我一过得好，我意思吧，啥也不缺，我送一场多地，去年收成一场三亩地卖了是不到4万，将近4万。那去了成本呢？纯收入呢？纯收入能剩3万块钱。一个人是不是够用了？够用了。他那驴他顶不住我，他那顶住我不？真是乌龟半走犊，憋不住笑了啊！大爷相亲气势高，口气大。红娘看人家是胸口挂油包，满怀信心，本以为人家是实力派，没想到一问才知道是口嗨吹牛皮派啊！对啊，你可胖了啊！我看看，那一胖点了，我瞅熟呢。就我一天，我他东家我打工的，我一天放驴，他的东家我是打工的，我能不瘦吗？然后我感觉比之前那个面色呀、啊，可白净不少啊！一瞅就在上骑叔这嘎达，一看日子过得肯定就好了，是不是？开心，那家伙，你一天他东家，我是打工的。你咋打工啊？一天给他放驴呗。王们俩是幸福了，也给我这个，我得就拎着轿子，老舅给我老舅也得介绍一个。像样的，是我这次来我知道，就之前的时候叔就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咱那个村里头有一个说的也单身、然后说的看他俩这日子过得挺好的呀，这是你老舅。哎，对对对对，那你这辈儿挺小啊。你跟那咋整？我瞅你俩好像差不了几岁似的呀。就是这怎么的呢？那个是看见那个齐叔和齐婶、然后在我们这儿找着了、然后就觉得挺羡慕的呀。对、看人家过得挺好的嘛，我也就想找一个，想就通过我，完他不认得你们，通过我，完了就这么的给他报的名。尤其我是在家，我就看我手机吧，看你这节目非常多，非常好。实的好。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冷灰里爆出热粒子，意想不到啊！咱可真是没想到，这一门亲事居然是之前的嘉宾推荐。眼前这男一女是之前在咱们节目相亲成功的嘉宾，现在隔壁老楼大爷看到人家整天跟媳妇成双成对，心里别提有多自挠了啊！这不一推荐就着急忙慌的来了呀！你不是说别的，就是做啥绝对好吃。来，我跟你嘎一块尝尝。尝尝来。谢谢，哎呀妈呀！你怎么哇，这老愿意吃这玩意儿了，是不是？那对。哎呀，得问你。这么严格的，哎呀，我也感觉真的好生谢谢你。你不用羡慕王的，你马上就要到，真是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啊！两位大爷是有说有笑，上位嘉宾大爷是在为沾了红娘的光，吃到饼而满心欢喜，而今天的主角刘大爷，则是能够通过人家有这么脱单的机会而感到开心啊！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如今牵线搭桥都做好了。接下来就看大爷咋发挥了啊！我一过得好，我意思吧，啥也不缺，我送一场多地，去年收成一场三亩地卖了是不到4万，将近4万。那去了成本呢？纯收入呢？纯收入能剩3万块钱。一个人是不是够用了？够用了。他那驴他顶不住我，他那顶住我不？咱就种地，然后养点鸡，其他的什么就是打工啊或者啥的话，咱也都不干吗？不干，呆着。不干，那一天200块钱，这是我那我不干，我指定指示我，你就拍不拍我还这么说，就是我指定是不干，你家呆子，我那一天得干多少小时活啊，我呆子不干，就不干，那多挣点不更宽敞点？那这就行，七来岁了，那上山那一天12个小时活，那不扯呢？那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属实不妙啊！还没等红娘问到人家的经济情况呢，大爷这头就着急忙慌的，直呼四个不差钱不缺钱，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一年纯靠种地养鸡，总共只有4万不到的收入，整的红娘也是打心底没底气。毕竟这算下来一个月3000左右，大爷没有养老保险，还不出去找工作，估计对方是很难答应啊。这我钱不缺，我跟你说，我就是不缺钱。我就跟你说，我不种地，我可以照样活了。你录不录，我也就这话。你来，我也这话。那不种地，咱靠啥活？咱不缺钱啊？这我手有钱，我那咋的？那咋的？这么多之前，咱干啥的？是攒下钱了呀？咱就靠种地呗。哎呀，我闺女用不着我，我闺女是大夫。就说是看出他这个有，就是有点眼缘，是不是？为许有点小病啥的，我估计起码来说轻松。人在县医院，人家干5年，人家嫌我挣的少，人自个回家干去了，人都不干。自己开个那个诊所呀啥的。那诊所那咋的呀？咱还真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啊！
虽然前头大爷直呼自个只有四万收入，但是听到人家胸口挂油包，满怀信心趾高气昂的样子，这可一点不是像装出来的啊。大爷表示自个的积蓄可是足足的，而且以后生病住院还有闺女开的诊所能收留，可谓是不愁吃不愁喝还不愁生病啊。不过现实总是很残酷的，这个岁数要真是生啥大病了，那可不是小诊所救得来的。我都不怕你炫我闺女，我就是要饭吃都找不着大门口，我就达到那个程度上。他是外伤引起脑血栓呗，我没带你告诉你就拉那个哨条一车拉了200捆，他坐顶上叼个小烟袋，他借人家四轮子就是没锁销子，全他妈板都能懂，没锁销子，过个小慢桥就栽销子了，搁那顶张下来。当时我到跟前去，我都不认得他了，就摔到那个程度上。你咋整？家庭干的这样，咱的命运啥也别说。妈，这钱我个个都算不上来。你没信，我这石上地得值多少钱？石上地那时候建，一壤地10000多。你说这石上地我才卖多少钱，能够给他治病吗？他是不想卖，这该咋是咋。他就说你还不得留点生活费呀？我说啥生活啊？我说这管你讲话了，活一天是一天，过不上六再说。又活了3年4年，他就走了。天空两声巨响，谭大妈闪亮登场。提起大妈的感情经历，人家也是长江里的石头，经历过大风大浪，丈夫由于一场意外失去了自理能力。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一方有难另一方跑，大妈却是砸锅卖铁尽心尽力。就看人家脸上的皱纹，就不难发觉人家这前半辈子是没少吃苦啊。主要你一个心态过意思，真要是走到一起那天你不玩心眼，就比啥都强。你就这一歪心眼，咱说就谁也过不成。反正我这傻人，我就说实话实说。凡是这咱说，你别说挑人，就看你的缘分到不到。说起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大妈直呼只要对方能够踏实过日子，不跟自个玩心眼，姐姐跟你心连心，你就别跟姐姐动脑筋。直呼只要一心一意，别无二心，那就能够夫妻手牵手，余生一起走。这叔家门口咋这么多人呢？叔啊，这家这乡亲们都来帮你把关来了。来来来，欢迎。哎呦，对了对了。我看你们还分队站的，这怎么的？男士站这边，这女士站这边，完了姿势都可统一了，这姿势都可统一了，是同意那啥？你组织的呀，叔？没有，这大伙心情在这呢，就特别迫切，是不是？哎，特别的。咋的？这些都是你的亲戚啊？哎，都是我表弟，朋友，真的。你就说呗，就三间房吗？嗯，多少地？多少地？你想三亩地？一次几倍？我感觉你有时候问没啥意思。比如说收入多少啥的，没啥意思，那就拉倒就。啊？咋的了呢？他说没啥意思。我说问不问都没啥意思。你得沟通沟通。是这？咋的？感觉刚俩人刚见面唠嗑，咋还毛了炸了呢？我没毛，没毛，没毛，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这么实惠人，他意思，他那意思也好像也不能怎么太同意了。我是不是你上屋你唠上唠上呗？上屋。那你叔听的啥意思？因为我寻思他要想他要是没有意思吧，看不懂你演员吧，这个跟你唠啥呀？这是不是？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啊！红娘刚把大妈领到小路上，隔着老远就看到前头浩荡的阵容，男左一排，女右一列，整的红娘也是直呼没见过世面。这要是中间再铺上个红毯，外边再来点礼炮，这场面一下就上来了啊。但是哪成想这场面做的是再好，有个猪队友也是不行啊。大爷一见面就让人家下不来台，把人家整得一脸懵，整得推荐大爷也是尴尬的直挠头。我说那说话那是个啥呀？你说这哎呀，这咋说？我说的话那意思吧，你这是搁外你搁屋好好的咱们唠唠嗑啊，何该是行是不行，你就这咔嚓一下子，好话呢，快一下子唠散了，你还唠啥？那我明白了，就是咱说那句话吧，那意思是啥呢？觉得说在外面人太多了，院里人太多了，别在这儿问，咱进屋再接着唠，就是说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完了，你这啥？你沟通沟通。哎，他，你也瞅不着是好人，人正常的就搁那种，
哎，老实巴交都是这个形状。咱们农村嘛，一整话说溜不过的，没用。人也好，对对对，老齐说的直，可直了。那直也好，嗯、你有那心面，就按算你那人，不管这样也好。那那啥吧，完了给那个啥意思？啥意思？不去啊？嗯。看看呗，七人也七看，赶紧上屋。那上屋啊，跟人沟通沟通。你是那像跟前似的上屋。就是，你我怎么说你？你说，你说，没事，有话直说。说呗，这都亲戚里道的，有话直说。咱俩住一，就是人说不成了，你也不能说不拉倒啊，不成咱们当朋友做咋的？是呢，你就不能他那么说的，人家没听明白。是是，你看你说，我就是确实见你啊，是你乐意不乐意拉倒？是呢。那咱俩住一个屯，你我啥样你不知道？再一个是那我不知道，你跟老是他不说那句话，我又不带什么人听。他还不怒说，我能那么说话？但是我知道我说那话是不对劲儿，该咋办？你上我知道，真是关公斩陈世美，大快人心啊！还没等介绍人大爷开口活罪呢，人家谋来的媳妇就忍不住了，先连忙到大妈跟前跟人家赔不是，直呼大爷没有别的意思。纯属是老实人见面太紧张说错话，他们好人家的情绪马上就找到了不争气的大爷，这一顿数落可真是让咱看得拍手叫好。虽然说大妈前头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面子终归还是要给的，毕竟都上台相亲找老伴了，哪能因为一个矛盾就大打出手啊？是不是说错了？对，说错什么？他这人吧，一大不实，就这么实惠人，老实人。对，真的，就是你吧，别往心里去。就是，他就这样。就是我说那话意思啥呢？就是我以为他就是什么了，就说是我就以为没相中咱。对对。是这意思。觉得说，那你要拒绝我了，那我也就不往前了，是不是？对对对对，他的意思，他就是那个意思。对，是这意思啊。对对对对。我这么一过来，我看着也挺棒的。看看就有啥条件，对啥条件，完了你看演员啥样，就看演员，哎，演员啥样，完了你什么条件，就完事儿了呗，是吧？你得到那事儿也掰不了，那不就当咱这些人面说，他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呢就拉倒。红娘看到眼前的一对家人再主动帮忙解围，也是不由得暗自感动，看来还真是没错和错啊。不过一码归一码，就看大爷能否扳回一城了啊。在我跟前没有啥都接受不了的，在我跟啥也没有啥办不了的。我有钱，我跟你就不是嘴吧，嗯、啊，有钱，你得有钱，没有多钱，没有多钱，够够个花的。找个这老伴儿，可能够够个花的。能招招贵，可能花的也有，吃的也有，是吧？穿的也有。花的最起码来说，还行。花的得有，得这么说。你就来简单的吧，你这一年开支多少？你这一个人，俩人开支多少？一年你收入多少就完事儿吧？还用那么多？哎呀，开支都不够的。要那么说的话，你要那么说，我这一年我个个花的，我弟持平的，就是。就是往毛巾说，就是收到四万，我个个这一年我连地开销得四万，就是白白就是这一年，就是我自己，生活费你这么算，千金一天就平均70块钱，多少钱一年360天，咱这么70块钱能够啊？啊？你去上饭店那能够？70块钱能够啊？那是正经过意思吗？我真头一回听这样一说话。虽然说单身我也见着很多，就像我们这岁数，我们搁农村经多老头有，你就这么的，这再说，这有钱我可不是没钱，这该咋是咋的，但是没钱，我一年挣的就够我一年花的。你听你说完，你说咋的？这玩意细水长流的玩意，你这么大岁数，这再说，你说上哪是有钱？你就说你再有，咱说你再有存款。这咱又添一个嘴，跟一个嘴的是两码事儿，他能考虑吗？能不考虑吗？那个添个嘴，那添个嘴，那都一点事都不重要。实际咱们说这个比吃能吃多少啊？真是老奶奶钻被窝，给爷整笑了啊！本以为大爷能够尝尝记性，哪成想坐下身来就瞧着腿。本以为这势头能说出啥好话，可没想到一开口就是一年收入40000。势头不大，口气不小啊！一天70块钱两人，哎，咋花咋花，整的二号大爷也是气得侧过身子，大妈那头也是直呼头大。哪有这样过日子的，就这么一点钱还整天下馆子，真是不知道为以后做打算啊。你先回唠嗑的，你别看我一年我浪费多少，你来指证我这手得紧着点，这俩人你看我可话点了吗？我说这多一张嘴不像一张嘴，那他都没打出来别的问题，你就是来了我跟他俩捅鸡毛烟的家，你不扯淡你。
找钱不是那样，从那就我的心门没了，嗯，往这么就。我煮饭都不明白，对，我没有一天不出门，我干啥不明白？对，他散心这一方面谁都理解。我这个年我不吃点不喝点，干点话的，我死了对不起我肚子。我对他可不行，你就口才呀，你就说话杠啊，你就说他这五官呢，这真不行。最起码来说，第一个演员，现在说不上我可以不说，你就不用说那些事儿，你那是得了。没有共同语言，完我旁的，你不帮着穿的啦？说人是好人，我到啥时候？说人家我姐都说了，跟他这磕唠个坏头去，那还穿的啥了？乐呵来，抹眼泪好好走了姐啊，带着欢乐来，带悲伤走。那行了吧，有时间你俩串门去啊。那送钱呢？哎，我送你上你去。行，快走，慢走，过来串门。谢谢老弟。不主动握个手，握手，啊，握手，咋握手呢？握手，我不握手，我不握手，人看见相亲是钱，我不握手就不握手嘛，还握手就好，握手就不好啊。来，那你啥？他脾气不好，真是猪鼻子上插葱，装像啊！大妈只能靠着低保补贴过日子，直呼找不到包吃包住的老伴，就只能去养老院。在红娘面前是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结果一见着大呀，见面就是怒吼，直接摆起谱了啊！这咋还穿个围裙呢？啊，你说我呀？啊。啊，我这整饭呢呢，给你们给我们整饭呢呀、啊！哎呀，叔，你这大热天30来度，你说整啥饭呢？那你不得吃饭吗？大晌午头子的、哪个是咱家院？这家啊，这个就是咱家院啊。哎、走。嗯、啊、嗯，咱家这院挺大呀。嗯、啊，走屋。哎呀，没走，叔，你先走，走。整个这个围上都是咱家院。都是。这个也是，这边也是啊。都是，这都是连这个房。你这园子不得两亩地啊？连园里两亩地吧。吧对对对对、啊、我看这整的这是排骨吧，这是排骨，小鸡还没整，没掏出来呢啊。这呀，这是炖的小鸡儿。哎呀妈，这大锅炖鸡儿，哎呀妈，叔你这得忙活，这都是大锅炖的，你这得忙活一上午了吧。没有啊，还有啥了？这是红焖肉。哎呀，整的红烧肉。嗯，红烧肉。这是什么？豆角和小这红烧肉你也会呀？啊，那你这做饭不愁啊，叔？我吃饭还不算愁啊，就面不行。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飞机上打点滴，水平高啊！大爷刚出来就身披着围裙，这大热天气温直冲40度，整的红娘也是心存感慨。就从人家这相亲的态度，指定也是全心全意奔着找对象来的，又是排骨又是小鸡，再加上没出锅的红烧肉，还真是泥鳅钻洞深层不漏啊。你说70多了，我看这园子啥都端一个人伺候，这地也都是咱自己整的园子，都长个地呢。咱家地多些呀？地呀、啊、7亩多，7亩6，也是自己今年种了吗？今年没种。今年是包出去了吗？包出去。那往年都端，往年给俺种来的。那今年包出去多少钱？包出一共包出了20000左右，3年呢。那你就平时的时候除了靠地，咱还靠别的生活吗？我就是那什么养猪干啥的养。在哪儿呢？我没看见。走，在猪圈，在这儿呢。那个是猪圈呢？对。我还以为是汤房呢。那不是。啊，哎呀，这里还有小鸡儿呢。嗯。哎，有人呢？不养。有小笨狗。小笨狗，这不猪在这儿呢吗？啊，没有母猪，都渴了。这我一看，咱这猪好像都是红毛猪，是不是、啊？红毛猪。而且我看喂的都是苞米面啥的。苞米面。哎呀，那你这猪的话卖的话，是不是得比平常正常的饲料猪得卖的贵点吧？那贵呀！去年我俩猪卖了10000多，这都个人买，个人买送礼，比种地都多强。咱大爷真可谓是。上了厅堂下了厨房了，这不仅会做一桌拿手好菜，而且种植务农方面也是有所心得，更别说棚子里养的鸡鸭猪禽了，这随随便便两张猪崽子将来可都是大红的钞票。经过这番了解下来，大爷也算是自给自足，这收入水平已经颇高了啊，养活个媳妇指定也是不在话下。上次咱不是介绍的那个王国才王叔，你俩当时不是处的都可好了吗？不行，嗯，根本就合不来呀。啊，咋合不来呀、啊？你俩这性格，你处两天咋的了？他那人谁说啥话也不行说，我啥事儿不行问。那你不了解你的话，人跟你处啥呀？就接触的时候，然后就你问的啥，他也不想说。不想说，他不是啥话也不行问，那是不问啥话不行问，那谁认识，是咋回事啊？
就是合不来。再有合适的你给我介绍，我这人不贪钱，也不贪色，也不贪财的。再有合适的给你介绍，是吧？对呀，再有合适你就给我介绍。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要说起面前这位大妈，人家啊可是咱相亲的钉子户了。别人都是厚积薄发一飞冲天，但是大妈匹配马却是屡战屡败。上次明明跟人家接触的不错，但一下节目大妈就东找毛病西挑刺。如今红娘到了跟前，映入眼帘的仍然是家徒四壁的模样。要那啥话，我就想那个上百路养老院新盖的，这个养老院好像是2019年建的吧，也都建到现在今天算工吗？七八月份入住，你这自己有房子有啥的，自己做的吃不行。冬天不得烧煤吗？不得烧火吗？烧火我感冒啥谁给我管我？头上阳了都没人管呢。那你上养老院呢？那你一个月多少钱呢？比如说，大概现在他们去的在这住的，连吃带住给洗衣服500。就一个月500啊，一个月500，还负责给你洗衣服。我要去的话，不让他洗，咱不让他洗衣服，那价格就贱。我不用他洗衣服，啊，要是就是在那吃，搁那住，我不用他洗衣服，去不用他洗衣服。那就是在那块还啊，就是我公吃公住，公吃公住，还有人就啥里里外外全到我这儿就5里地，咱们一个来回都用不上半个小时开车。我不是说绝对的上敬老院，要有相当不上敬老院也行。就是找个合适的，不是绝对的，就不用上敬老院了。嗯，要是说过几年，要是说的，比如说还找不着伴儿的话，就上那块儿。你看，我现在是找不着的伴儿，这个入住我就去。要是8月份，那要找着伴儿呢？要找着伴儿，相当的不去就不去，那俩人商量合着意思办呗。大妈每年的收入只有6000块，纯粹是领着政府的低保过日子。问起人家为什么不出门谋生，大妈却直呼不好找工作，而且心里还憋着一肚子委屈，直言自个要是找不到个好人家，就直接拎包入住养老院了。看来现在不是找老伴，而是找一个管吃管住的金主啊。叔呢？来了。咋还穿文具美营出来的呢？整菜呀，还整饭呢呀？你这整菜呀？整菜呢，是不是？来，正式介绍一下子，这位是米成禄，米叔，这位是朱美元，朱姨。叔主动握个手，握手，握手，握手。握手？咋握手呢？握手。我不握手，我握手。人看见相亲是钱，我握手就握手吗？握手就好，握手就不好啊？来。那你啥？他因为他脾气不好，那我从这进不一心院看，我就看出来了，脾气不行。就是一心院，你看我说握个手吧，叔都把手伸出去了，然后给叔整的都有点，我看你都有点像，都有点尴尬了，是那不咋呢？说，这公家盖的房子，你看看那个咱的猪圈呐，你不用看着外边看了，这是公家盖房子，个人的。啊，个人盖的，这自己盖的房子，咋是公家盖的？我现在小房彩钢瓦上的，进屋这外边都看了吗？那个仓房有啥看的？我不去，想买的。那相亲上仓房有啥香的？都挺好，人也挺好，屋也挺好。这一进屋看一热了，你拿挺包吧？真是冷灰里爆出热例子，意想不到啊！前头大妈在红娘面前还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咋这回一到了大爷面前，就直接双手一插摆起了谱子啊！大爷本着相亲不成仁义在的态度，上前去跟大妈热情的打招呼，没想到却被人家一口回绝，直呼自个不想握手。红娘见状也是连忙缓和气氛，哪成想面对红娘的圆场子，人家却又是一点面子不给。前一分没有脾气倒是挺大的啊，现在33度。嗯呐，老热了这天儿。咋样？吃个雪糕凉快的？吹不了那个什么风，我不能吹那什么风啊！我就关了啊！关了！叔就知道怕热，哎，寻思给你吹点是啥？对，先吃个雪糕。不是热事儿，就热的好啥好，不能干啥呀？那红娘这么多年领来是找你上这嘎、个，也那样。是啊，我本来寻思吧，说大天儿挺热的，大老远来的，我这不寻思啥呢？你看姨也是农村的，他家院子有半亩地那么大，我这不寻思，你看你这到谁家了？你说相亲相门户，相的是啥呀？你不得先看人儿，完再就啥呢？家里的院儿啊，或者是你看家里养啥东西了？你说是不是？是啊，我一般的就说实在的，娘也好，谁也好，我没有。你到那行，到那看呗，你是不是？他就。你再干啥也不中。地呀，你们看那种女演员，长得不行，个儿低。我们家人都大个儿。啊，你是觉得这个第一眼，你是觉得这个是这个身高？我们家人都大个儿，我们家孩子都1.75米多，都大个儿。我们家人，就是我那侄那哥女呀，姐和妹儿的儿子都大个儿。那我刚才看你一进院儿，你不还说你说人也挺好，院儿也挺好，都挺好，人也挺好，屋也挺好。那咋说呀？没等进屋呢，就说你不好，都这岁数，你不成还给人家。
一样，就是咱不用说说，还用说吗？你说咱这个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都在脸上放着呢。还有人家握手，这顿不握，完了说的又看院啥的也不看，就直接进屋了，谁看不出来咱啥意思呀？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线的风筝，没指望了啊！咱大爷再怎么说也是个大老爷们，一见面就被人家怒吼发脾气，这搁谁能忍得住啊？更何况都是见面相亲的，咋就整得跟大爷是求人办事一样啊？大妈这头摆完哭了，转手一句天气太热，就想把大爷的情绪打发走，还真是天有多高，咱大妈就有多飘啊！走啊，都吃饭吧。叔把菜都做好了，都吃饭。人叔说了，别管说的你吃啥，大老远来的，那咋的？你能到家连口水不喝，能连口饭不吃吗？你看叔都整啥了？准备不少肉啥的，你看这不是？你们吃吧，啊，我不吃不饿。看见了，吃素的，吃这种素。厉害我不怕，他讲理就行。他这玩意儿，你如果一瞅不行，就吃的方面我们俩都搁不一块。对，那不行，不行，我吃净素，我不行，我就吃肉。对，你说这对，哎，性格脾气也不行，我们俩搁不一块。我说话嘁哩咔嚓的，不行。他吹着火点着灯，他这个脾气，就脾气暴躁。是，哎，一次接成活了毛脾气，活了毛脾气呗，一小就这脾气，就嘁哩咔嚓，脾气不行。厉害我不怕，他讲理就行。他这玩意儿如果一瞅不行，他我跟你说，就人多的话有人啥的，那个你都下不来，就他这样，真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趁着饭桌上摆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大爷也是终于忍不住了，直呼大妈脾气暴躁不好相处，直呼自个就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在镜头都对到脸上了，人家就这么一副态度，这要是等红娘扛着摄像机走了，说不定就要动手了啊！当时就下不来台，就这么说。当时那有啥下不来台的？我们家连厂房都没有，就3间96平方。去年几个他俩邻居都看着了。也没有厂房，啥也没有，我有啥也没养，我看啥呀？你给我拿雪糕，我都吃了呢，我咋能让你下不来台了？那让你下不来台了？你进屋握手不握手？再不进屋，我拿雪糕再不吃，那叫下不来台呢？来了就不能进屋，拿雪糕就吃，那还咋下不来台呀？跟他解释没用，跟他解释，就让人不敢说，不准跟他解释，啥用啊你？他就是啥我不看，我也没有家，没个啥，他这么想，他不养啥吧？啊，那真没养活。他家地倒是挺大的。你管地大大啥呀？不养。你要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姨好像家里头虽然说有园子挺大，小菜儿没种，然后也不养一些鸡鸭鹅啥的，也没养。我啥也没种金呢，金的园子一颗那个这菜我也没种啊。那你夏天不种，你夏天吃啥菜呢？这时候我就买菜吃呗，我一个人。那家里的什么小鸡儿、大鹅啥的也不行。没有，啥也没养，喘气儿啥也没养。把道边你没有那个什么猪舍，啥也没有，还不得丢吗？不能养，啥也没养。我都十多年都没养了，我孙子今年17了，我19年啥也没养了。哦，是因为说的就家里自己一个人，就一个人了，养不了，整不过来。把道边不是把道边，你啥也养不了，你就一个人搁家，你不丢吗？谁偷啊？家家都有，谁偷啊？懒，进去不了，去懒，那不勤勤得了，再眼一看就看出来了。真是关公斩陈世美，大快人心啊！两人唠着唠着就聊到了地上的这点事，听到大妈目前什么活都没干，就一整个人在家闲着，工作不找土地不伺候，大爷也是一点面子不给人家留了，也是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直呼大妈就是一个自懒，那些啥啥的借口都是顶风顶水划船硬撑啊。咱们没看图，还有的是人能看懂你的，你也是那什么，你电视台有的是相中你的，我也是一家牛摆在球，有的是那啥，哪一个剩不下？对，这玩意儿不是强迫着你的，那是不是？快吃饭吧，吃饭。你这么的吧，爷，就是吧，咱那个握不握手的都过去了，咱也不谈了。性格呢？你看今天相亲我也知道了，就是那个都觉得没有缘分。那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姨？你看握手那事儿都下不来台了，就像你说的，咱最后给叔个台阶也好，或者是觉得咋也好，你不吃肉。人家姨叔特意给你咱拌个凉菜，咱哪怕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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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我这个说不吃就不吃完都能刮我吐出去，不行。你不吃凉菜我也不吃，我不吃。你俩吃不吃？你们吃，我也别闲了。啊，那不吃就是不吃吗？你看，这是这么的。你们吃，咱们吃饭，然后那个你们吃嗑瓜子儿，你看行不行？行行。你看看你们快吃，这细节，知道嗑瓜子儿，特意从饭桌上给你拿到你跟前去了。你快吃，你快吃。那我们吃，来叔，咱俩吃。行。姨不吃，我吃，行不行？行。咱这个必须得比他强100套的，高奶无所谓的，岁数呢
就六十五岁以下的，嗯，再大一岁的也行，六十六岁，得咋呢？脾气必须得好，他厉害不怕，就讲理就行，哎，我喜欢这样的，做朋友吧。他嫌我岁数大，我的妈呀，我没嫌弃他不错呢，我多年轻的屁股他都比不起，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下一个，对不对？一个五行，第二五行，再五行都有相中我的，知道吧？是不是？能看开，我有魅力。对自己有自信，是不是？对自己。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大妈前头刚表达完爱意，后脚就被大妈无情拒绝，瞬间就翻脸无情，直呼四个自信十足，魅力四射，直呼看不上大爷了。你先走，带路带路。这是啊。你鞋。啊。哎，家挺宽敞。哎。你自己收拾的呀，是吧？哦，我这小外孙子走不两天，没个货了，收拾现在去。有小孩在。对。那小孩太淘。小孩多大呀？7岁。这个放假期间是在你家住几天呢？看你来了，还是说你帮看呢？我看过来，我是原来在企业做会计的，做会计企业下岗以后我就不买了，我倒腾粮食，就愿抓钱，别的不愿干。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飞机上打点滴，水平高啊！看到大爷家里如此的宽敞亮丽，红娘就意识到人家的不凡。问到人家的工作经历，大爷坦言自己一辈子都在跟钱打交道，不是做生意数着钞票发软，就是干财务当会计以钱为伍。这以后要是出去买菜算账了，可不会吃着一点亏啊！要不原来我都不打算找我。就是孤单点，但没啥感觉，因为我能做饭呢。我弟弟来了，来说呢，你那么闲不对，你进来你心里好，你该找得找一个，不找咋整啊？这你一个人在家了，一直有病啥的，那说句不好听，你死物都不知道，俩人过得去就行。主要是得身体好，一切费用咱都能负责任，但是就怕一条，就怕身体不好。他要身体好，没有医保也没事儿，他不得病啊。虽然说大爷这么多年是不愁吃不愁喝，但是一个人整日与孤独相伴，沧海桑田，人事变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大爷现在终于是意识到，自个要是再没个伴陪的，以后就是在家里僵了身子，那都没有人能知道啊。如今皮袍挂帅亲自上台，就看能不能寻得一中人了啊。戴眼镜出去是怕阳光晒？没有，臭美啊，臭美啊。嗯，现在摘了吧，咱回家了。嗯，行，先摘了啊。嗯，美一美啊，这一身挺美呀、啊。你这头发是紫色呀？嗯，最高眼就花差不多300块钱。300块钱。嗯，这最好就高。染个紫色呢，爷。染紫色不是好吗？现在别色它都掉色，它那个染不上。之前我就染的亮红是那个色。我演这个色就非得染。现在流行这色，不是这色不挺好的吗？你没想说我这个年龄了染个紫色会不会有点太扎眼呢？没有，平时我都演的就是亮红，臭美。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啊！红娘在另一边刚推开门，迎面的太阳再加上大妈闪耀的头发，可真是让人家照得有点睁不开眼。这青蛙颜色的小墨镜，再配上一头紫色的长发，这要是一走出门去，保准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啊！你这啥呀？你的呀？我的衣裳啥的。你这演出穿呐？不演出穿，这裙子外边敞穿的。你平时夏天能穿上吗？能啊，能穿上啊。这是装饰品商店买的。你可真年轻啊，穿东西啊，染着紫头发，穿着粉裙子。我一生就是穿戴吃喝，啊，啥也不亏着自己。不亏，我家衣服还有的是，柜里箱子、啊。这是衣服啊。嗯，柜的箱子有的是穿戴。是，看出来了。是穿戴。咋这些颜色呀？颜色啥的，棉袄啥都有。咦，这裙子。你这穿的衣服都挺艳的、关键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年轻一点的人能接受。不行，你太老的封建，现在啥世道都我八岁九是不是、七岁八岁老太穿都比我年轻呢。别以为大妈现在这身行头已经是人家最潮的打扮了，但是接着红娘往衣柜前凑近一看，我了一个天，这各种颜色的蕾丝长裙，红的粉的挂着的玩偶娃娃，大妈世人虽老但仍然是童心未泯啊，整的红娘也是脑袋发蒙，看了看自个身上单调的着装，再瞅瞅大妈的五彩斑斓的衣架，大妈还真是班主任不开门，不是一般人啊。租这房子我呀，搁这租23年了，他这家不省吗？这是肃静，
你在这个房这个屋里住23年了，那条件是按你说啥东西花个千八都不到不带的人咋能没个房子呢？哎呀，我当初那时候他死了，那房子给那谁了，给儿子住了，给我租好房我没租，一人说租那大房有啥用，老太太我那钱我穿点吃点得了，钱多多房房多少没用，人想看就是生不带死不带，钱看淡一点的，活着咱吃好喝好是最重要的，对，钱看淡一点的，咱们愿意吃就买点啥，就这么事儿，我都这么想的。我妹妹给我蹬的，你知道吧？说我看我可怜，我说可咋脸有吃有喝的。我有时候想哈，你有病有灾，给你买点药，端做个饭端到跟前，对不对？咱就是这样事儿有个伴儿照照你，这意思。别看大妈穿着打扮是功夫不小，但是红娘再一发问，原来人家已经靠一个人租房生活了20多年之久。大妈直言自的把房子给了儿子，表示自身对钱财什么的都不看重，钱全部都用在了吃喝上面，还真是该省省该花花花，骑着单车逛酒吧。哎，过来了啊，是吧？准时啊，准时哈。哎呀，快坐吧。架不住离得近呢，你说。我给咱介绍一下，别着急，给咱介绍一下啊。刘万田，刘叔。王静，王姨。握个手呗，这么拘谨呢。你好，你好。不是，刚才跟我说不紧张的是吧？一般。一般呢？嗯。一般是啥意思呢？演员没过关呢？没有，就是在我心中。没看上。那你差哪儿啊？你觉得差哪儿？这在我心中的人不是他这样事儿的，没看到吗？那你跟我说行不行？你有金山，我跟你说老妹儿，有金山有枪都不稀罕，主要是你人看相中。你穷点无所谓，我瞅你顺眼，我爱你。你有金山，我心多大方，我心没动。理想中的这个男人，老形象就是让你动心是啥样的？你跟我说。就是个高点哈，长得猎人点，他穷点无所谓。牙管真。哎，那属于1.8米，70多岁，长得是年轻，那哪儿？是年轻。是年轻，只不过他吧，怎么说？跟你说，别生气。怎么说这么蠢不灵人？谁知道在我心中就是没动心，是不是？是。你要看他叔这样的，就是根本就不能考虑的这个人，还是说可以了解了解，完再看看人品呢？了解了再说。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属实不妙啊！本以为听大妈前头的择偶条件，咱都认为是小马拴在大树上，牢靠的不得了，哪想到大妈前头还兴冲冲的拎着礼品。后脚一推开门就彻底的笑不出来了，问到对大爷的第一印象，大妈是直呼没演员看不上，表示金山银山在富足都不如英俊潇洒4个字，看来是打心底的失望啊。不行，演员不行啊。演员没过关。那哪儿你差哪儿了呢？你又不年轻，但是那太胖。那你胖瘦的人身体好啊。实际话也不知道这样的，我没钱这楼、啊、我们这楼3、4个都比他强，我都没干。你不跟我说找官最重要是身体好，身体好的那演员过关的，他精神面貌里过关的，你不能管就有用啊，没有精神。说喜欢那种稍微苗条一点长头发人人味儿的。对，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线的风筝，没指望了啊！大妈那头是失望透顶，大爷这头也是直呼没有演员，直呼大妈头顶西瓜头，一点女人味没有，还表示对方光有肉却没精神，整个红娘也是矮子骑大马，上下两难啊！这房子是我姑娘的，产权是我姑娘的。姑娘不来住，姑娘还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名字在姑娘。对，我可以住，可以住到死。啊，那找个伴儿呢，能不能来住啊？那可以住，可以住啊。是不是孩子支持你找伴儿？支持。嗯，那你这种说会介意吗？就是房子在孩子名下。我没有啥建议，咱不谈房子，不谈钱，房能咋的？你能带去啊？对，生不带，死不带，对不对？你死也带不回去一件衣裳。不过这些年也挺不容易的，这个老伴儿生病好多年，都是他照顾的。是他挺好，他。人就是老了老伴儿，年轻一瞬再好没用，老了才老老伴儿，你照他他照你，他看见他对老伴儿挺好的，他不吱声，这师傅有内向，就是个伴儿，对、嗯、就是干活，能看出来是一个是不是能给人安全感挺踏实的人啊、人正经一瞅就正经老粗。虽然说两人在演员上是含糊不了一点，但是一坐下来聊到经济问题方面，却是一个比一个看得开。大妈一听到大爷住在女儿家，人家心中也是没有半点介意，直呼人生带不来，死带不走。和大爷唠了一会儿嗑，心里头也是愈发觉得人家他是靠得住，难不成是有希望了啊？咱头是接触，慢慢处吧。
哎呀，咱们那头次见面，那万一你见面得爱上，那见面是爱的话，那心就动，那心不动了，见面哪动心呢？那你的意思就是见面没爱呀、啊？刚接触就有爱呀，那你处对象不得处一年二年吗？见面就爱，那咋爱呀？爱情是不是那么爱的？你得有个处那有经验，见面就爱，你才能成熟啊。哎妈，得再沟通，你还沟通沟通？我不用沟通啊，不用沟通。见面就基本就能定型了，这有没有眼缘就定型了。那、不行，那见面就处就完了，那能又那没培养感情啊？对，这个岁数了。那也不行，社会经验啥经验没有啊？这人什么样，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了。真是了，秧地里窜老虎，意想不到啊！本来听到大妈的表态，咱还以为这是事要翻转了，毕竟人家都表示了想要继续接触的想法，哪成想被大爷给了当头一棒，大爷直呼两人的结果，从见面第一眼就已经注定了，就是直呼没有继续的可能了啊！几年生人？我呀，54年的。54年生人。嗯。嗯，毛字70，结果大岁数呢，根本就不行，太岁数太大。那时候你多大呀？我多大？我找这样的，我就没啥意思了。那找啥样的呢？比如说，就比你小啥的，65左右。那你岁数大，你身体再好不行啊？一年不了一年吧。这样我就硬是不找，我也不能找。现在吧，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年龄了，这个伴不好找，咋不好找呢？你找年轻的，你小你岁大，你找岁大的怕身体不好，对，是不是这么的？你岁大的俩人都70多岁，一旦一有病了不好整了。年龄是差一方面，再一个眼缘是差，眼缘这关过不去。你看我像那大岁吗？我100斤粮从4楼扛，从1楼扛到4楼，你能扛动吗？你身体是没毛病。我的手伸开多细，我拿像秦水，你看我的皮肤多好，这晒去黑。花开花落中有时，相聚相逢本无意，大爷直呼对大爷没有眼缘，再加上现在一听到人家年龄太大，也是顿时失去了所有的兴趣，直呼自个宁可一个人精致的单身，也绝对不接受低质量的婚姻。大妈那头一听到大爷嫌弃自个，马上就坐不住了，脸上写着大大的自信两字，直呼自个要魅力有魅力，要女人味有女人味，就是一点没灰心丧气啊。还嫌我岁数大，我的妈呀，我没嫌弃他不错呢，我多年轻，我的屁股他都比不起，我跟你说，不行再看下一个，对不对？一个不行，第二个不行，再不行，都有相中我的，知道吧？是不是？能看开，我有魅力，对自己有自信，是不是？对自信，做朋友吧，认识就是有缘，走吧。相亲到了最后，最终也是失败，遗憾退场。不过缘分不分早晚，只为等你而来。只要大爷大妈能够鉴定找对象的步伐，相信人海万千之中，一定有属于他们各自的幸福。现在找工作也费劲了，这年龄，除非打扫卫生或者是找个帮厨什么的了。你要说那啥的话，55了，根本就不好找这工作。我刚想，完我就寻思找个老头，找个老头养吧。真是耗子追猫，意想不到啊！虽然说相亲讲究的是坦诚相待，不藏心眼，但是大妈的这个做法无异于暴露自个是小偷的身份，然后指名道姓要偷大爷的钱啊，属实是唱戏的腿抽筋，下不来台啊。这当兵呢？啊，这个是咱当兵的时候，不少呢。这个是搁后勤了啊，这个就上后勤了。嗯，这个、就是咱在炊事班的时候的照片。对对对对对，那咱是三级，三级厨师，三级。然后啥时候升的二级啊？就是回来到地方吧，完了我上昌丰和平大路那会儿，厨师班，这是。你这都是人设的，带钢印的。对对呀、啊、对呀、啊。二级烹调师吗？对，烹调师。二级就是什么了，就是可以就是包括食品综合了。这个我这个影集这个有那个孔雀开屏，这食品综合，这是就是能吃的，就是属于。再有这啥呢，我们正式考试吧，必须得那个土豆松，切土豆松啊，就那个就是咱小人嘛，那真皮吧，那是来源，好像那啥是。放就是大针那个针鼻儿，全能咽过去。
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城墙上的守卫高手啊。虽然说大爷当的是拎手的后勤兵，但不管人家先前处在什么身份，那都是光荣的啊。毕竟在精细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无数不起眼的零件在支撑着运转。不过一码归一码，就凭借着大爷做的一手好菜，找个老伴指定是不在话下啊。就是做菜也要样，穿衣服也要样，哎，也要样。看出来了，我的一路上打听都说了，那邻居都知道，说的可愿意美了。那是，这真看着咱当兵了，你这背啥的或者我干啥都要样，干啥都要样。一般的我们这个跟前你答案都知道，就你这不是我这不实行吗？我看都酸，我说给我们家老伴买一个，完了就说啥不要，就愿意买你愿意买。老伴儿咋？老伴儿不愿意穿呢？他不愿意穿，你愿意穿？我愿意穿也穿，他舍不得钱。那咱不心疼钱呢？我也心疼，心疼吧。但是我出门吧，我硬个那个我也要穿。我这几乎多少钱？1000多呢？啊，这身1000多呀。咱看这么亲事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牢靠的不得了啊。大爷不仅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而且在过日子这方面一点也不吝啬啊。毕竟只有先把四个照顾好了，才能把别人安排好。说起人家的日常开销，那就是随心所欲，绝对不将就，对四个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铁树开花再逢一春找的媳妇了啊。这个房子是那个就是喀伦什么镇政府，镇政府家属楼，然后就是我家亲属我熟的房子，他以前在政府上班，然后上别的地方买楼去了。这个楼这不20多年了，怕漏水啥的，就让我整在这块给他看着。这给你住放哪块了？啊，对对。那不是，那那个，那咱自己的房子在哪块啊？我没有房子，我离婚以后啊，然后我自己净身出户的，孩子我姑娘归他爸了，完我就自己出来的。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真是冷灰里爆出热粒子，意想不到啊。咱看了这么多相亲节目，男方出轨离婚净身出户的不少，但咱还是头一遭见过女方净身出户的啊。不过就是不知道这原因是啥子了，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啊。离婚之前我家孩子小，在家经过孩子里的，离婚以后然后我就自己出去上班养自己了，搁那个纸壳厂，就咱们拎那个手提兜，糊那个手提兜，还有那个紫菜那个包装贴标啥的，就贴那些。还有就是葫芦厂那个瓶子，做那个生产的瓶子装那个箱或者袋，反正是啥呢，就是打一直打零工。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找工作也费劲了，这年龄除非打扫卫生或者是找个帮厨什么的了。你要说那啥的话，55了根本就不好找了工作。我刚想完我就寻思找个老头找个老头养吧。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啊。说起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大妈是真的一点不藏着掖着，直言自个先前吃足了苦受够了累，不是在吃苦的路上，就是在受累的地方，如今当着节目组的面也是一点都不藏着掖着，直言就想找一个老头养活自个，还真是实诚的不得了啊。不过这个做法跟我是小偷，我想偷你的钱有啥区别啊？都准备差不多了，完了整几样菜，这有个鱼头海茄子，那个中间还有点东西没高呢，挺像样啊。这个院这就是家这个院，你看他这个村啥的挺干净的，道啥挺板正的，是不是啊？现在农村都挺好的。他们来了吗？谁呀？姨啊。来了来了。今儿有风是吧？有风。哎，过来了。有风啊是吧？过来了，就好像认识似的。我今天有风吗？咱先正式介绍一下的啊。这位是盛宝仁盛叔，这是孙姨。你好。哎呀，姨家也是九台的。家九台哪儿啊？那个那啥草城子，龙家铺草城子。啊，龙家铺草城子呀。离这不咋远。那我知道。外面有点冷，咱进屋吧。咱进屋吧。行。姨这这两天还感冒了呢。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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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真是飞机上打点滴，水平高啊。还没等红娘把大妈领进家门呢，大爷就事先把饭菜准备好了，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还真是一应俱全。说着说着天上就飘过了一阵风，这阵风不仅把红娘大姐送来了，还把大爷的幸福送过来了啊。那咱们就骑着看唱呗，走着瞧吧。他那个个又矮然后又瘦，整体上看他那脸就是看着就不是那啥，如果这个人个又高的话，是不是整体上面看可能就长相就丑了，就过就丑了，就那啥了。整体上你一看肯定是的，个小又瘦他肯定就不打眼。我瞅他还行，还可以，他这个个头挺好。
个头挺好，个头走道来都行，他得有一米六十七八吧，一米七二，光脚一米七二啊，一米七二。你俩刚才往起就是转的时候，你没感觉出来他比你高半头吗？看出来照我高了呗，高能有这么大块吗？有啊，我还穿这个鞋呢。咱咋的？这带跟的啊？嗯呢。这打。带跟还不说呢，我这鞋里这后边又加一些东西啊，就这块儿啊，这没加多少。人这玩意是这样啊，那我不说了吗？人这玩意没有十全十美的，我素质好，你就是出门，你就是什么机关单位上哪儿办啥事儿，咱不带卡来的，他不带冒虎哥的，还得准上，这真的。那就不可能说各方面条件都那么满足，你说人瞅着各方面都行的话，条件再那么好，那都不可能的话，就是各方面就够差不多就行，我不要求那么太高。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属实不妙啊。从先前大妈说想找个老头子养活自个，咱们就看出来人家的性子是大大咧咧，这会一见面也是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直言大爷个子太矮，长相太差，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大妈既想找白吃白喝养活自个的冤大头，就别再挑三拣四眼高手低的了啊。不是那个没事，那个、大骨子要是掉链子有点上茶了，一会儿整上就好了。是我说这怎么闻着啥味儿疼？嗯呐，整啥大骨头呢？咋整菜了啊？整多少菜啊？基本差不多十个吧。十个是吗？你十全十美嘛。啊，十全十美，整十个。这不搁这嘎达闷呢？哎呀呀，白瞎了。擦遍擦大荒。相信那个叔的手艺，指定是能给他那个整过来。还准备啥菜了？我看看。就是这个缺样搁那里头呢，我说都摆出花样来了，那可真是一心一想找个老伴儿。就对今天相亲这个事儿，属实挺重视的。对，筷子这块呢，这个是招待贵宾的筷子。这是我看招待贵宾的和这有啥区别啊？这不一样哈，不一样，招待贵宾的是带钻的哈。嗯，对呀、啊。真是秧地里窜老虎，意想不到啊！前头大爷还头顶厨师光环呢，哪成想这会一进门就闻到了糊味，还真是啪啪打脸了。不过好在也是做梦跳井，有惊无险。大妈看到这琳琅满目的饭菜，就是上亲戚家来，说不定都没这么丰盛啊，也是打心底的为是感动。看来人家把自个当回事了呀。抽不抽烟呢？喝酒也不喝，我抽点烟呢。嗯，我不吸烟。我两天一盒烟，完了你要说是再少点，我还能少。你说戒，那得一点点戒，戒不了。有人戒还整成病来了，不良嗜好就是算抽烟了。但是我今天给你抽了烟，没看你抽烟，没看你烟灰缸啊。啊，哪来有烟灰缸藏起来了？有烟灰缸藏起来了。我怕那啥呀，现在抽烟都烦不是吗？那你都藏起来了，还说抽烟，说啥呀？那将来呀，不，假如在一起了，那能不知道吗？那不是忙你瞒的。你要真要是以后要知道了，那你看你抽烟你不就是不说吗？瞒着我，快了我可不跟你扯，回去了。你回去你我还得找，完了上午。说起自个的生活习惯，大爷也是毫无保留，直言自个有抽烟的坏习惯。大爷一听到人家不抽烟，马上就表示自个不能立马戒掉，但是一天少抽几根那还是可以做到的，就看大妈心里头咋想的了啊。就既从打算找老伴我就能养活起，再近不能找，不能给老伴有自受委屈了，这得说心里话。这是我有多少钱，假如是在跟我俩过后下半生，就我有多少钱也是你的钱，我不经过钱，这不是卖完苞米了吗？卖苞米钱年年我上交，去了中国化肥扣出去上交。再一个呢，我打工一天挣，假如利用挣200，我交200，就是绿化呢是120，一天开支，我一天交，结合一起了。我要是先走，我必须我给你留着产业，我得说实事，还得说提前就得公证了。你既然找老伴，你就得让他乐乐呵呵的，尤其啥也不要这样的，那你更得付出。越不要越给。我你又不要，我这越不要给，越不要越给，这真的。
真是唱戏的淌眼泪，可歌可泣啊。眼看抽烟降低了自个的印象分，大爷马上就拍着胸脯保证，要是以后真的和大妈喜结连理，自个肯定会对人家一心一意死心塌地，除了自个化肥能要钱，其他全部都上交留给大妈，这属实是做到无愧于心了。挺实在，真没进一步了，再进一步了可能被人杀的那是吧。你觉得一会儿进一步了？我进一步了，我说你存折有多少，给我多少。早上我还能做饭，啊，你条件都犹豫哈。收拾屋我还能收拾，我要是干活，我要上山，假如上山干活哈，啊，你看着，我干着，啊，你呢，坐着我站着。我就抱这个态度，那还不上地了，那瞅着更啥？那油泡棒子顶玩呗，搁家里待没啥事儿。那你找老伴干啥呀？啊，也不用他干，就是唠嗑，找个伴唠唠嗑。太孤单了，真孤单。互相有个陪伴，也就是。真是，对我印象咋样啊？挺好个人，还行啊，确实挺好啊。那行，那就处处吧，我没啥意见，真的。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大爷在一旁是开了闸的水库，止都止不住，言语中句句都是竭尽全力的付出，就想换回大妈对自个的回眸一笑。犯自个做家务收拾又爱老婆，这样式的男人还真是比大熊猫都稀有啊，哪成想大妈还是犹豫不决啊。这个人确实说的人品各方面的确实挺认可的，各方面的给的条件各方面的确实挺好，咱认可说这个人挺实在，各方面都挺好的，认可这个人。这个身高他有多高啊？我1.63米，差多些。那你俩得1.65米，你这站起来咱弄比过干啥呀？站起来也不费啥事，不费啥事，就这么着腰呀，那就差老多了，差个，你这不这一堆这一块儿，你这瞒不了啊。俩差多些的，就差，那真得差多些，到这儿是不是？你看大半头，就到你耳朵丫那会儿，这玩意瞒不了，你不比也瞒不了。我这可不能长了，这干紧紧了，真的得想好了哇。人吧，咱这么说，各有千秋，人没有说是说十全十美的。咱们没有，虽然没有那个缘分，完了当朋友是不是？回家完了考虑考虑，你要找人品，确实人挺好，人品各方面都挺好，个儿够用，长得好，那可帅了。那你到时候他也有不相应的，不是？那你个个人不没有完美，就是我没有完美的，我就跟你说实的，这人事。花开花落终有时，相聚相逢本无意。大妈是打心底觉得大爷个头太矮，人家不光是要找能够白吃白喝养活自个的，还想找个又高又白的高富帅啊，属实是泥鳅跳龙门，痴心妄想了。哎呀，叔啊！天哪，这俩唠多长时间呢？我不多，来一个半钟头。哎呀妈，叔啊，大傻会猴子的，唠一个多小时。为啥呀？不就是为了人吗？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开眼界啊！甭管你是71的大老头子，还是20岁毛都没扎起的大小伙，但是一提到泡妞撩妹，那指定一个比一个热情澎湃。这不，咱70岁大爷们的勇敢追忆案，一下子就跳到池塘里，还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哎呀，大姐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办好事儿来了。我发现了，这家就是老爸那个。中心大师，这是谁呀、啊？这是我舅丈母娘。啊，舅丈母娘，我看见了。这回看见真面真人的，哎呦，这人儿了，哎呦，这屋凉快哈。你俩的，这空调啊，给开空调啊，开空调。哎呀妈呀，条件好。这叔还特意知道，我告诉你，谁给的吧？受不了。必须重视啊！我老爸这孤单好几年了，我这不惦记吗？他还有时候。还挑呢，你说再挑80了。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红娘跟随着指引一进门，就看到亲戚一家子早早的在外头候着了。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虽然说屋内的空调是凉爽畅快，但是大爷的内心却是热情似火。要是身体好，性格好一点的，随和一点的，咱也得随和点儿。话能说块堆儿是这样的。多少开点资的，有点装宝的，我是奔这个找的。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这一大家子也不知道先前排练模拟了多少遍，现在是早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直呼身体好，性格合得来，
再加上有点经济基础就足够，这要求可谓务实到了极点。可见人家也是奔着踏踏实实过日子来的，可不会话说柳说整金屋藏娇的活。等着急了是不是？哎呀妈呀，这又见面了，又见面了。要举行一场婚礼，就是跟你俩爱婚，我得要一场婚礼，就是不近人情的要求吧，我得要一场婚礼。没婚礼我不干，你明媒正娶我，对不对？我得让你重视我，最起码的，你在你心里中有我这个位置。你这在你心里中没有这位置，我是不能干。那登记是为了登记啊？登记得务必得登记。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真是冷会里爆出热例子，意想不到啊！大妈来咱们节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出发前都是满腔热血，但每次回来却总是铩羽而归，不是在被人拒绝的路上，就是在被拒绝的地方。自个就想有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咋就这么难啊？到底是全天下的男人瞎了眼，还是自个实力不济啊？咱就不说是别的，这个不算过高要求吧？我不算就是特殊要求你咋地的，我不是说问你要多钱多钱，你婚礼得给我举行，最起码在你家人和亲戚朋友面前，你得承认我是你媳妇了，对不对？毕竟我是外巴拉来的，那我不干呢。咱也不骗你，对不对？咱我不你有八万钓鱼我都没关系。我儿子昨天打电话告诉我呢，妈呀，你千万别要钱呢，你缺钱我给你，别管人要。我说你呢，不要，咱不要钱，你不缺我吃不少我喝就行。这他条件算高吗？回起先前相亲被拒绝的种种情景，大妈也是长江路的石头，经历过大风大浪，自个扪心自问要求也不算高，人家也知道自个不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遭，但就是图个婚礼不图一分钱啊，当着红娘的面也是拍着胸脯保证，人家就是往桌子上摔个十万八万，自个都绝对不会动心。农村的也行，农村条件好我也干。就那农村活咱会吗？我不会干，但农村活我是不干。别指着我干活，你就说你搁农村我能陪你待着，你搁农村干活、就是、我不会干。现在你让我干我不会干，妈你讲话了、这苗现在我都认不全。但是就能陪你，我就能陪你在农村待着。对，那能俩人做口饭吃，能就个伴儿就行。对，红娘提起大爷是农村出身，现在一把年纪了，指定不会再费劲搬到城市。大妈一听也是直呼不介意，只要别让四个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那就也能跟着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那咱们就骑驴看唱呗。走着瞧吧。这个就是那个叔家这个房子，这个大院，这是属于后院，完还有个前院。哎呀，前院还有个大鱼塘呢。这叔这是没看着咱们呢，这是叔呢。鱼塘呢？捞鱼呢？这小院上虾米？哎呀，这还有虾米，这儿了，猫起来了呢。哎，对，就看了一个。哎呀，太不容易了我。哎呀，花脸，这是个白脸，就这一条啊！哎呀，叔啊！哎呀，我天哪！这俩捞多长时间呢？我们不多，来一个半钟头。哎呀妈，叔啊，大赏会猴子的，捞一个多小时。为啥呀？我这不为了人吗？叔啊，你这身上都湿了，先上来吧，叔。这，我没事。哎呀，我天哪！咦、哎，你瞅瞅人家叔那份心。为啥？搁出这么大力量了呀！啊，为啥？姨，你抱着吧，我爸给你捞的。挺感动，挺感动。一般人能，哎呦我的妈！你是啥金枝玉叶的不大姑娘啊？咱就说心里话，对不对？还想咋的？你还想咋的？我这院我相中了，这院这敞亮多得劲儿啊！就凭他伺候这家就能看出来，对不对？咱不用说看他咋地呀，他咋表现那不用，这点就挺好。真挺能干，咱这也是也是行。还没等红娘把大妈领进门呢，来的路上大爷就听说大妈就好这一口鱼，前头大妈刚表明想法，后头大爷就扑腾一声跳进坑里，这一幕也刚好被赶来的大妈发现，看到大爷半截身子被水淹没，手上费力的拽着网绳，头上还是细汗，这心里头的一潭死，如今是洋洋海河一发不可收拾，直言院子相中的人也是看上了，大爷猛扎进水，这效果属实是意想不到啊！哎呀，行，握手吧。你好，你好，好。正我大号叫李柏树啊，小名乱七八糟，你要叫啥的？我叫陈丽萍，我电视里早就看着了，看见过姨的节目是不是？走没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我想回走了，没啥意思。
走，回家。行。还有一句，个儿太奶奶。那不是说我说他奶奶就比你闺女比你闺女高点不多，那说的使劲，比我高点不多也不矮，一米七呗。不一米七吗？量量，量量，给你量量。你多高？我说，我19岁的时候1.76米。你现在可是没有1.76米的了。现在不跟你往前瘦，个儿这么矮，够用。别量了，爸，你比我一高不点儿。不用高奶，我就相公的人了，就高奶都行。哎呀，对不对？就奶点我认了。这人还行，能顺得过眼。我都说过，我不是说挑贼拉大，能顺得过眼行。别人大伙一看，妈，实在看几人都恶心，那不行啊，那就指定不欢。那就数这个长相，顺得就过眼去了、啊。就顺得过眼。这个身高和这个驼呢，不要求我驼和身高吗？他你身高也不知道我奶呀。嗯。就行呗，你还有啥挑的？对不对？你这么说，你老要求人家咋的？你能做到哪一点呢？对不对？你不能说啥都要求人家，都是双方面的，人家也不傻。前头大妈就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直言对大爷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三见孩子的名都想好了。现在正式见面一握手，大爷是讥笑表示个头太矮，但实际上却是对大妈暗自关注。大妈此刻倒是直抒胸臆，就是看上这个老头了啊，还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牢靠的不得了啊。在我心目中达标，人多方面都行，都达标了。都达标了，哎呀，主要身体看素质好。绝对身体素质是行，这你不用操心。全中国老爷们都死劲了，没有老爷们了，我辈分能找他？要但他有老爷们都不能找他，你记住这句话。有个鱼，有个农村小白菜叶打饭包。哎呀，饭包行，饭包行。还有一个那个拌凉菜，就是都家里的小黄瓜，青蒜苗，茴香，香菜。那就这么点酱一拌，姑娘张罗着，然后叔和姨在这儿先唠会儿嗑，行不行？好不好？我说都介绍了，就一样东西没跟他介绍，我怕他烦，我不能瞒着，我这人得朴实，我不会装，很多事我说有个大缸没告诉他，酒缸，哪是酒缸啊？那儿呢？啊，酒缸呗，酒缸也不怕，喝酒很正常。我就好喝，好喝好，你就有啥爱好，你都放心大胆的，没事儿。我这人不在乎这事，这一真开悟，人家没限制你这那的。花开花落中有时，相聚相逢本无意。大爷和大妈聊了没两句，但说话处处都是敞亮大方。大爷也是表示自个没啥别的爱好，可就喜欢饮酒作乐。本以为大妈会心里头发绝不安稳，毕竟夫妻之间发生的摩擦有70%都是因为醉酒啊，没想到大妈却是一点不在乎。哎呀，刚才我问一句问半句没答呀，咋的了？我问你高寿了？我不60了吗？我告诉你了吗？没听着呢，是啊，我都告诉你了，我60了。六十属大龙啊，对，属大龙的。我是蛇吗？你属蛇的。那你考虑好了啊，可能得差16岁了。啊，差十岁，你不嫌我小，我就不嫌你老，听明白我那意思？再跟我说，你现在问你的，你家妹夫是，他俩离婚的。翻译点，刚才我问他一句话，他是离婚的，我稍稍就有点感觉了。多长时间？多少年了？什么原因呢？这个我得问问。所以说，这里有个解呢，还得要我往前问问。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属实不妙啊！都说饭桌上是最好谈事的，大爷也是在此刻问出热心中的疑惑，询问大妈的感情经历。大妈也是一五一十如实道来，直言自个是离异的。这下不放心的可又到大爷这边了，看来也是心里发怵啊。嗯，多少年了？哎呀，3年多了也。几年没联系？我也不联系他呀。我看都不想看他。为啥？我就不想看他，就不想来他。什么原因？你跟一起过多少年了？跟一起过40来年了。那、能过到人婚还离了？这人吧，咱得咋说呢？实话实说。全中国老爷们都死劲了，没有老爷们了，我辈分能找他？要但他有老爷们，我都不能找他。你记住这句话，不是我赌的，我儿赌的。我儿子，妈，你别受这气了。我领你走，就这么你就走了。放心了，
这一点上没啥的担心，还是接触接触，往下再接触就唠了吧，是不是？爱情经不起等待，大声表白就要现在。现在感情问题是解决了，一切不确定的因素都已经排除我境，那不出意外的话，大爷接下来就该表白了啊！我爱你，我挺费劲。我是愿意唱，知道吧？既然说到爱好了，我也不敢说亮亮嗓，就比划两下子。行，不带动作的啊。简单的歌啊。我爱你，我的家，我的草原。小小一吧，能干吗？我你跟我带呢。我爱你。我挺费劲。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乡，对不对？说的咋样？词儿甩的挺硬。这是咱长这么大第一次唱歌吗？第一次唱歌，真不唱歌。这是咱第一次开口唱歌。对呀、啊。行。我点赞了。我反正我是没啥说了，谁知道你有没有说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反正要相中人哪都挺好，挺好。就是相中了。就相中了。中了。相中了，哎，中了。这个是什么？2008杰出改革创新人物，对，座谈会，对，在人民大会堂，这是全国的这些，对，全国的，对对，这个吉林省领导2008年度吉林慈善奖获得者，我们雷锋组织也被评为爱心组织的爱心奖，我个人被评感动吉林十大人物。须知少年如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一说到大爷当年的风光无限，红娘也是震惊的开不了口。毕竟这人民大会堂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啊！大爷真不愧是大爷啊！天哪，叔，你这太壮观了！壮观吗？给我介绍介绍，这是？我是2006年4月18号成立了回报雷锋工作室。上那个慰问那个退伍兵啊，慰问这是还有雷锋事迹啊。就是普通鞋没普通人没被媒体发掘的，我挖掘他，给他力量，给他们拿钱拿东西拿纪念品，关心他们。主要除了慰问这些好人还干啥呀？有时候平常组织一些活动为社会助力，比如2008奥运，还有救灾，只要国家有慈善的事，公益活动，主要是国家有危难了，我们都去正能量的去把它。做好，我是真正拿钱给他们解决困难。那你的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呀？我钱当时我那个创业嘛，搞物流挣的挺多，都是你自己的钱？都是我自己钱，凡是解决问题从在社会上那种捐款的，社会也有捐款，大部分都是我的钱。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飞机上打点滴，水平高啊！红娘大美女一推开房门，就被这墙上挂的一抹花红给震惊到了。大大小小的相框占据了整面墙壁，各种奖杯荣誉证书拿到手软。红娘一问才知道，原来人家是做慈善组织正能量的，这可不是来个形式走个过场啊，还真是当代活雷锋啊！需要啊，也看看吧。你这些照片啊，这是乔安山雷锋战友。在这不是吗？出事故是他是老班长，我们他经常上我们来过，哪个？这个里头啊，见了小孩挡着，这个是这个是我，这是在雷锋纪念馆照的，合着影啊，雷锋纪念馆我们全每年都组织活动，这个是什么？2008杰出改革创新人物，对，座谈会，对，在人民大会堂，这是全国的这些，对，全国的，对对，这个吉林省领导2008年度吉林慈善奖获得者，我们雷锋组织也被评为爱心组织的爱心奖，我个人被评为感动吉林十大人物。叔，我来之前我特意在家科普了一下，是吗？你成立的这个工作室还是全国第一家是吗？对呀，首家，要不都来了呢？
这个这不是中国中华师范奖吗？这个雷锋公社搁这儿呢，培养评委集体那个爱心奖。嗯，这是啊，这个呢，是我2006届获奖者十大，我当时个拖拉机厂嘛，是吧？嗯嗯，我看怎么介绍你的，长春市拖拉机厂下岗职工，自掏腰包办起回报雷锋工作室。是啊，哎呀，是，真好这个事业，叔啊，是，我觉得也挺好，我感觉。为社会也做点事儿。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本以为大爷嘴上说的是已经很牛批了，但没想到人家随便指了一张照片，这都是王大一般的存在啊。大爷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这当时的身份地位整得红娘的下巴就没合拢过，全国第一家还真是当之无愧啊。那叔，你是离异吗还是？我是离异的啊。嗯，那是啥时候离的婚？2015年。就是感情不好吧，一开始就是找错人了，但是他提出离婚，我全搁各地可哪走，可能当时有点自私，那里头吧，把对责任都推给对方，我不推给对方。作为一个男人来讲，我责任大。当时离婚和你当时干的那个事业有关系吗？也有点关系，当时他同意说我干的，当时我把两套买两套房子的钱，就是意思你挣钱得多顾家。对，但是我有点忽略了，所以是责任也有责任，咱们都得检讨自己。因为当时你的积蓄啊，再加上你的时间呢、啊，全都在这个上面。是，他多少是有点想不开，所以后来他说你是走还是继续，我说我还得走。当时是2015年，事情还没完，我觉得总不觉得不甘心，还得往前做做。就这么，我们俩2015年，哎，就办了离婚手续。真是司马懿扶诸葛，甘拜下风啊。虽然说大爷在外头当好人做好事，做出了不小的反响，但是这背后付出的后果只有咱大爷一个人知道啊。问到人家的感情经历，大爷坦言道，媳妇是因为不同意自己做慈善，两人才分道扬镳，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毕竟这干着干着，两套房子的钱就打水漂了，任谁谁受得了啊。后边有个钱咋出去啊？那我出去是要到后边那个有个门出去顺后边要一圈，对对对，就顺着楼后边要去。有时候着急了，我就顺窗户能跳出去。哎呦，这可不行，这太高了。总这样，这上外边有啊，你自己安个台阶呢。有台阶，夏天种的菜就够吃了，就都不用买菜。是，现在没啥了，秋天了，就剩两个柿子了，完了就白菜，白菜，完了雪里红、油菜。全都自己整，这挨着这几家就属你家的最厉害。这就是我家的厉害，都这样式的。反正没啥事儿，就是这真是个营生。要不一天没事儿家，整整这个心情可好了。这点就够你一个人吃。吃不了。爷，那你就是离婚这20多年，一直都没找啊？对，一直是一个人。我就感觉没什么太大意思，好像那时候不想找。哎，对，一个人过得非常非常好。嗯，我儿子也特别好，特别。阳光还特别孝顺，所以说我感觉一个人过得很好，因为我什么都能干，我什么都能整。你看这几年那地啊，一般邻居都说一般就一个女人自己整地感觉挺吃力，但我全我自己整，哎，别人都有人帮忙什么的，我全我自己整。你看我也整了，而且我的地种的也挺好。对，就是啥，就是3年疫情一在家待着出不去，就你自己，哎，这一个人天天呢除了看电视看手机什么什么都没有，连个说话的，哎都没有，哎，就这工作才知道感觉出来。这工作现在如果有个人，是不是就不是至于这么难的？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和大爷的感情经历差不多，大妈也是早早的离异，自个在社会摸爬滚打了20多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这小区门前的一片菜地，可全成了大妈生活的动力啊。不过一码归一码，看看这地更的木架子打的。看着还真是赏心悦目啊，这过日子的能力属实不一般。我对吧另一半没什么太多的要求，就是说什么个儿啊长相啊，哎，这都无所谓，都这个年龄了不挑那些，有责任心的，真待人是真诚点的，别长心眼的，主要是人好。你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这我都不挑，我有房子他可以上我这来住。那当然喜欢性格好一点的，别挺那个挺男人大男子主义的，挺驴了八道的，张嘴就骂伸手就打的，这样式的喜欢有点素质的。对，有点素质的，就说话唠嗑什么的
能理解人的，完了有眼缘，这就行了。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大妈也是就奔着好好过日子来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直言长相、个头啥都无所谓，只要人品行端正、表里如一，那就能跟人家夫妻手牵手，余生一起走。看来这么多年是没少遭罪啊！来，欢迎。你好，王叔。你好，你好。看看，这就是叔的家。嗯，我叫吴少丽，长春拖拉厂退休的。哎，你好，顶着肚子都说这么快呢，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你都不知道他说啥了？不是，我不知道我要说啥了。那你听清他说啥呢？没有，没听清。我叫吴少丽，长春拖拉机厂退休的。啊，今年67岁。啊，你也是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紧张了，紧张啥呀？紧张了也，没像你经历过那么多大厂时。我叫袁丽艳。啊，袁丽艳。我今年60岁。啊，慢慢来。慢慢来。第一印象挺好的。长得也挺有那个男人那个东北男人那个样子。我也没相中。你觉得差在哪儿了？还有点老点。说不出来那感觉，在我心目中想象没有那种感觉。你不觉得这个姨长得挺端庄，挺好看的吗？端庄不是，那是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就好像不太满意。那这样说，你呢？咱现在也就是一面之缘，你再跟这个姨好好唠一唠，你了解了解。那可以，行啊。真是老奶奶钻被窝，给爷整笑了啊！红娘领着大妈刚进门，大爷就主动伸出手打招呼，这手还没握出去呢，嘴里的介绍词就一下子叭叭完了，整的红娘也是一脸懵，这是来相亲呢，还是来脱口秀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大妈没听清的缘故，问到对大妈的看法，大爷是直呼一般没看上，倒是大妈那图却是实打实的满意啊！你看看，哦，壮不壮观？壮观，是吧？哦。这都是得的是什么啊？快给姨讲讲。这是我成立了一家回报雷锋工作室。曾经给我的荣誉。这是好事。叔就是2006年的时候在长春成立了一个雷锋工作室。这个雷锋工作室他创立的这个还是全国首家。然后叔就是获得太多太多的荣誉了。这荣誉真多。你看这个道德楷模。然后吉林慈善奖获得者啊，挺优秀的，就非常有意义。嗯，我们这代人50-60年代人吧，都有这个学习雷锋的那种爱的一种感觉。那时候有时候学习雷锋日，完了做好人好事儿，每周或者每个月，都有，老师出去领了，做好人是好事儿。在学校里也开展这个。活动，我还有时候还学雷锋是捡什么那个对垃圾啊什么的啊，上社会上捡垃圾，做好人好事儿去，防止残废。那时候真都这样，从小就受这种文化熏陶，风气特别特别正能量特别大。现在还一直在干这个事业。现在退休了以后就管参加活动了，说明这个人品挺好，知道有爱心，还帮助人，人挺正直的。能唠到一块儿，能唠到还可以。真是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啊！两人在外头闲谈了没一会，红娘就领着大妈长了长见识。看到这整整一墙的荣誉，大妈心里已经是说不出的震惊了。再加上红娘在一旁不断的美言，总一句添柴薪一句家伙。此时此刻，大妈看向大爷的眼神已经完全是崇拜和钦佩了啊，就是发自内心的认可了呀。我喜欢旅游，全国各地可哪儿走，有这个邀请我的了。我要愿意去的话，我就去。那大哥找那一半肯定是喜欢陪他去旅游的，是不是？有点那你这一年得出去几次啊？上外地？差不多个3次2次的。那也不多啊。也不多，也不算太多。去多长时间啊？这走就是走个把月的。那你这旅游也出不去啊。现在要是接孩子，出不去。是不是？出不去。旅游他旅游不了。他得这2年他也走不了。好像是够呛。孩子这个事儿，好像是，别的都改变不了。那你有没有解决办法呀？这个好像解决不了。没活儿。这个没活儿，解决不了。就是孩子也是那边，实在是也没有人能帮一把。对对对，要有人那还说啥？
咱不说个家形影不离吧，各自有各自空间，但是你旅游你得去，你把你他扔进那这咱找那伴儿就没意思了。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属实不妙啊。聊到两人的兴趣爱好，大爷已是直言自的喜欢走山访水，趁着腿脚还利索，抓紧时间拉着老伴逛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有意义的事，那可是对余生的最好交代了啊。大妈这头却是眉头紧缩，表示四个要照看孙子走不开。红娘私下过问，大妈也是坚定立场，那咱看到这可悬了。你原来是不是不这样？年轻的时候，对，是不是？对对对，反正不是晒的，晒的。他吃的色素都出来了，他斑都出来了。岁数大了，我没有，我很少，我有的时候就是黑黑有点黑，晒黑了。我原先不保，你平常不买保健吧？嗯，你看我不讲究那些。但是你看姨脸皮肤挺好的呀，也不咋好，嫩呢，也不咋好。我从来不讲究，哎呀，非得出去整整弄弄。对，看着，对，看着。我挺朴素的，对，挺朴素的，挺朴素的，太朴素了，嗯，太朴素了，我不太注重保养，不讲究那些，就是自然的，自然而然，哎，对，就自然了，他老年斑出来不少了，就是每个人都会衰老，他没有保健意识。可是这个吧，我条件高的，就是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是，那都想法不一样。你看，对，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自然而然，自然衰老，没什么好干涉的，没什么好顾虑的，对。但是我也不顾虑，但是就好像这心动不起来。咱们到这个岁数找一回也不容易，一步到底的，现在中间这是有点岔头，好像实现不了，跟你共同俩管这个孩子，暂时好像我做不到。我在旅游这方面呢你也做不到，就是只能做一个好朋友。行，时候见着最后能认识的，对，咱们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对对对，就这样，再见了，大哥。那行啊，再见啊。认识的就是缘分。哎，对，再见啊。好，哎，希望你今后更好幸福，你长得有福。哎，谢谢，也希望你也是。哎，对对，互相祝福多好。找到一个非常可信的另一半。花开花落终有时，相聚相逢本无意，最迟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大爷是觉得两人的兴趣爱好不同，再说了，娶媳妇要是长时间待不到一块，那还不如整个小娇妻的，缘分不分早晚，爱情等你而来。希望大爷大妈也别太气馁。这个我们都一个姓，只能当秘密处。啊？当秘密处。为啥说这种感觉就不能是那种就是男女之间那种吸引的感觉呢？就一定把它划分为亲情呢？那我你看这真说不明白。反正我就感觉我是回到娘家一样，就感觉是我哥家，就感觉我见着我哥了似的。真是离谱，他妈妈给离谱开门，属实离谱啊。前头两人聊的是你能我能，难舍难分，大妈那头也是哥哥长哥哥短，晚上睡不着你管不管，结果大爷后头一掏出身份证，这直接就变成真的哥哥了啊。可是把大妈整得脸色铁青，再也不敢来相亲了啊。那这个按摩店是咱自己开的呀，还是说自己开？自己开，自己开的，自己有手艺呗。对，自己。这开多长时间了？开一年。才开一年呢？啊，一年。啊，那之前咱是干啥的呀？过去我开一个废旧回收公司，哎，回收那个金属的。这个是后学的。啥时候学的呀？2009年。叔，咱是不是有退休金呢？有啊，退休金开多少钱？3240。3240。嗯，你就觉得不够花呀，还是咋的？都退休了，不在这。不是，我待不住啊！我不会打麻将，我待不住，就想学知识。天生就爱好学习呗。对对对。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飞机上打点滴，水平高啊。要知道咱大爷已经是60岁出头的人了，放着一个月几千块的退休工资不管，硬是又学习捯饬捯饬，开了个蒙古店。就人家这份不服输不服老的劲，还真是令人钦佩啊。27，那在单位挣钱少啊，一月开42。你就干个体不，你一个月这比一年挣的多是吧？那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那个年代要是倒腾这些东西挺挣钱的吧？对，挣钱很容易。那是在这批挺有名的，一年就成万元户。你都知道你这该买的少啊，买德惠是第一家啊，搞开收购站的。87年呢，一直干到2009年，经济升是一直上升的。以前没计划过就开收购站了，不计划花钱。这怎么花的？天天收入多，有时候这几天就挣好几万。就是我那个地边我那房子吧，如果我也不卖的话，不烂折能值400-500万呢。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意想不到啊！这不问不要紧，一问咱才知道，坐在红娘对面的这位可是大佬啊！在当时那个工资平均几十块的年代，大爷稍微动动脑筋就成了万元户，直呼自个生意好的时候，几天躺着就能赚几万块，整的咱也是气得不打一处来。毕竟这都几十年过去了，咱一个月的收入还没人家一天高啊。现在咱倒是希望人家再吹牛了呀。那我们约到公园见面了呢，今天我儿子在家。我心咋的，我要是吧感觉是比如说不成的话，我就不想让我们就是亲家啊或者儿媳妇他们知道啊。完我寻思要是真成了咱们就不避讳这个了，是不是？是是跟一般人吧，有好消息了再告诉家里人。对对，我就这么想的。要看你这是自己住还是跟儿子住啊？原先跟儿子在一起了，后来这不是我孙女上学了吗，我就回老楼来了。啊，你自己的房子呗？那自己的。完了就回老楼，我为了接送孩子方便一些。你这多大了？8岁。那不都上小学了吗？就上学照顾啊。那你接送呢？主要是差接送。那都约到公园了，咱俩溜达溜达溜达吧。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意想不到啊。节目咱前前后后也看了不少，那来相亲的可是不少，都生怕被人发现，找对象都找到电视台了，就是打心底觉得丢人。但是咱大妈不一样了啊，直接就把人家叫到自家门口，就是奔着出名来的啊。到时候要真是八抬大轿嫁进大爷家门，那可能羡慕不少寡妇老太太啊。说起自个的这么多年完也没处过，要为啥我这人就性格感觉孤单了呢？我好像这人的这一生吧，好像我缺少很多很多，最起码缺少的你这个爱人陪伴你，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得怎么说呢，有什么事儿的时候缺少就跟你去商量啊，或者是共同研究啊，这个事没有。所以说的吧，就是一个人独自生活惯了，太累的了。特别到晚年的时候吧，你说就是我就感觉是咋的说呢，特孤单。那现在想找啥呀？我不想找就是比我岁数小的，不稳定。你说吧，完我先找个最起码的他条件得比我强，再一个他得有房子。大姐，那我有一个情况的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这个大哥，唯一就差在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房子的问题，但是他是有买房的计划的，他现在没有房子，但是他未来他计划是一年或者2年以后买一个房子，老两口在一块生活。他这种情况你可不可以先跟他见一面看一看，了解了解？那倒行，反正主要一点，反正你演员也是最主要的，对对对，是不是？先见见这个人。对对对，那你说你这，对你一搭眼你就没看上这人，好像也不可能。别的也没有啥必要了。对，真是那样。对对，行。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大妈也是直呼难熬。自个早早的就离了婚，这几十年来一直都是独自打拼，别人夫妻俩都在小家里温存，自个却在外面风吹日晒。红娘见状也是聊到了大爷，直呼大爷别的啥都不差，唯独就暂时没有住房这个问题。不过红娘也保证，人家不是没钱买，而是想等找到老婆了，一下子享受双倍快乐啊！真是端午节吃粽。一家子来，赢你了。你好。哎，你好。那咱俩是一家子吧？啊，一家。我是大学眼镜家。啊，请坐。这正好先介绍一下俩人哈。你主动点。那男士得先主动，是不是？对不对？那我叫肖振中。咱俩这是一家子。重心那种。我叫江小兰。握手呗，荣幸见到你啊。第一印象挺好的，不过我就看见，因为你看一看这牌匾姓江，我就感觉特亲切。这房子是你租的呀？我租的。你干几年了？就一年。是吗？对。那你原先干啥了？2009年之前开收购站了。收购站是啥呀？金属回收，非金属回收。还行啊，那你做这买卖还行啊？时间短，别说有点啥事干的也挺好的。对，也行。主要是大哥还挺正事儿的，现在还学习呢吗？这可能就是王老将。这优点，可能王老姜人就特励志。真是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啊！还没等大妈走进家门呢，人家在外面看到招牌上的姓，
就直接嘴角上扬了。现在一进门亲眼见到老姜家人，更是直呼第一印象非常不错了。红娘见状也是连忙美言，直呼人家不光会做生意，而且还好学习，现在更是合不拢嘴了啊。这个看着挺好，他这还是比较开朗的性格。那这样性格的这种人你喜欢吗？喜欢这个开朗性，坐着唠吧。你先唠呗。哈哈哈哈哈。哎，大爷，看看你这面条。那还是我先。我有啥感觉呢？我们老姜家人，女士特强势，男士特随和，真这种感觉。那你感觉他也挺随和的。嗯。是，那关键吧，我们这一家的是真熟。嗯，就是姓姜的很熟很熟。嗯，我说完了，这还能碰着一家子，哎呀妈！你说我做这个啊，就感觉是，好像是我哥似的。你说有，我真有这感觉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你说毕竟还是一家，我就感觉是我哥的。你说我坐这嘎说话，我就感觉跟我哥说话是这，家常啊，真是这个感觉了。那这种感觉不也有一种就像回到自己家的感觉了吗？就是特别亲情那种感觉，真是挺亲切的感觉啊，真是感觉挺亲切。行，那就感觉是我感觉亲切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话里话外人大姐意思说跟你俩见面感觉挺亲切的，你也不表示表示，你就是人家，你也表达表达呀。真是乌龟半走脱，憋不住笑了啊！这大妈在外头的时候还是一脸严肃，满脸端庄，咋现在一进门就狂笑不止，整得红娘在一旁也是目瞪口呆，弄不清楚情况，难不成这是碰到亲兄弟了啊？大妈好不容易坐下了身子，这就又进入了捧腹大笑状态。相亲总共就这么长时间，咱可不能就一直这样啊。哎，你是啥地方退休的呀？我是三百路供销社。三百路供销社。三九零一年的。那么多老多年就没有这个单位了吧？现在都光了，也挺好。啊，那我好像真头一次听说过有这个单位，没听说过。这是啥呀？各乡都有啊。不是各乡是有啊，那我到街整个街里我没感觉有这个地方。供销系统，我们这上是机关是哪？是这个县社，农村的所有的供销社，再加屠宰公司、水果公司，生产资料公司不都是县社吗？妈真没听说过，可能我太那啥了。我跟你说，大哥肯定是没糊弄你，我给你看看他这些证啊。供销社的证没有，但是乱码学校证可有不少。吉林省供销学校，嗯，就是这儿毕业的，看到没有？分配。那时候不江占中吗？80年考上的，叫土特产品专业。人大哥说了，那个时候高中毕业考上中专，相当于大专了。对对对，啊，那个真是那样。然后这个是人家现在这个中医的证，这个是针灸技术证。然后这个是保健按摩师5级，是不是都有证的？证挺证全，其实有正事儿一个男的，是不是？要不咋说王老姜的人。玩归玩，闹归闹，别跟咱大妈开玩笑。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后，兜兜转转，相亲这才正式开始。由于这姜姓的加持，证件拿出来的时候，再加上红娘是过年的嘴巴，净说好话，一听到人家干活有头脑，一把年纪仍然上进好学习，大妈这头简直跟看心上人似的。我们老姜的人就是待不住的人，就不会像人家说享受派的，我们老姜家人不是那样的。大哥确实挺有正事儿的哈，这么大岁数了还寻思考个职要。对对，确实是这样。你要不说的像一般的人，60来岁了，好像反正也有点工资，就过上那种安逸生活，他没有。感觉这个确实挺好的。那孩子多大？34。干啥呀？上班。闺女小子。小子。你是也离婚还是死的啊？多少年了？这么多年了，20多年。我儿子14、15的时候
阿三，你没找对象？没有。丈夫去世的时候，儿子不是小嘛，所以他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又得照顾家，给儿子赚学费啥的。然后后来这不就是终于儿子出手了，然后结婚了，他这边又张罗又那啥的，这些都是他自己承担的，所以这么多年也没有精力的找。不容易的也是，现在就是熬出头了嘛。反正我这个大姐吧，就是一个人能撑几天天的那种女人。是不是干事业方面的看看？对，就这事儿的。对啊。行，我感觉你俩过去的事都了解的差不多了，聊聊以后的事呗。第一个，我们都一个姓，那只能当秘密处。啊？当秘密处。真是冷灰里爆出热粒子，意想不到啊！前头两人聊的可谓是好不火热，大妈这头个人的吃了兴奋剂似的，一口一个我们老姜家的。哪成想大妈这头刚介绍完自个的家庭情况，大爷那头一听说人家有个儿子，另一头红娘刚给大妈开过小灶，大爷这头就直呼不同意，直呼只能把大妈当作妹妹。姐姐跟你心连心，你却跟姐姐动脑筋啊？这个我们都一个姓，那只能当秘书。啊，当秘密处，我也感觉是那样。这啥意思啊？为啥呀？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样。嗯。当哪种妹妹呀？一家的妹妹。自家妹妹。我感觉是那，真感觉是那样，就没感觉说的，哎呀，我下次碰着一个异性朋友，真没有那感觉了。就好像一下见着可能。13多年的行为是认亲的，那你这咋不是行情是认亲了，这怎么样？就像你说是本来进屋就感觉很亲切了，对，你俩聊天的时候也挺自然的哈，然后也挺放得开的。嗯，那为啥说这种感觉就不能是那种就是男女之间那种吸引的感觉呢？就一定把它划分为亲情呢？那我你看这真说不明白，反正我就感觉我是回到娘家一样，就感觉是我哥家，就感觉我见着我哥了似的。我问一下，你就是对他没有那种感觉吗？没有。其实跟性不性交也没有关系，是这意思吗？好像得咋说呢，我就感觉我一进到就好像我回娘家一样。就如果他不姓姜，就他这种情况包括他这个人，你觉得咋样？还行吧。就是没有反感。没有反感，可以进一步接触。对，那你说就算他姓姜的话，他这个人不也还是他这个人吗？跟他姓啥有啥关系？那不行，那我因为啥？我就感觉我是回娘家，就好像走不到，就是再进一步走不了。花开花落中有时，相聚相逢本无意，谁让两人的身份证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姜字啊？前头一听到大爷要做妹妹，大妈这头明显是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但是面对红娘的面质问，人家还是硬着头皮说就算大爷同意自个也会拒绝，还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我的感觉吧，要咋说，我一瞅姓姜，哎，我就感觉就像是回娘家那种感觉，我真有这种感觉，让我拿他就当朋友那种不会了，还就感觉就是我哥。真是这种感觉。你也有这种感觉啊？对，我一个姓，我真是这感觉了。我在公园跳舞，也是个女的，这个也姓姜，我就追求，我说不，咱俩只是一家子。我这么想，他也得是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没有，我这是啥？这找个托词，就是找借口说呗，就这样的，这不是给这个面子，不是心里非要找的。那是差哪儿了？五官吧，那看你脸还长得也不咋的，还一般。对，那也挺白的呀，也不黑呀。还不算白。那你想找多白的呀？那得比他的白。这阿姨，我觉得挺白，那得白成啥呀？这脸不用白，脸不太白。就化的化妆化成那种白的那种的，你能听懂吗？还是你需要他就底色就很白，还是怎么的？反正这大姐可是素颜来的，底色就得白点。底色就得白，就得白的反光，完了再化点妆，那不更白了？那不赶上反光板了吗？主要是大哥，你看你也不是说特别白，你说你找个老伴身边站你旁边，那么白不把你显更黑吗？那我不白怎么着？我是男的，是再见面就是啥的，那就是当自己的妹妹一家子了。对，真是那样。
您说在这个德惠啊，这一家子真特别少，少不多，是不是啊？我不认人啊，大哥，我也你再见着你得跟我先打招呼，要我真不记人。但是今天也没白见，就当认了个哥哥。对呀，认了个妹妹，是不是？找着一个哥，嗯。今天虽然相亲没成功吧，但是帮你们找了个亲戚也挺好。找着亲人了。行吧，那我俩就先走了，大哥啊。然后以后有合适的，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行，今天让你们费心了。没事，走了，江哥啊，嗯。完有机会到老妹儿家去做客。好，再见啊。最终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既然姓江的哥哥不要咱，那咱就直接换呗。世上帅哥千千万，老张不干老李干，周吴郑王到前孙李，哪个都指不定是咱的真命天子啊。最后也祝大爷大妈不要气馁，相信幸福总在下一个路口。必要卡给你，就你说算，就完事儿了。别说到这步了。叔，我发现你今天挺积极啊。这就是点子，就是说机遇。你寻思赶紧抓住机遇。那当然了，有机遇来了你再放跑，那多好啊。我是打灯了是找不着。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要说咱相亲最怕碰到的就是啥，就是咱大爷这样敢追求敢放下身段的啊。又是拖又是扫又是交工资卡，大丈夫能伸能屈，相亲是有一手啊。谢谢。今天咋在这儿见面了呢？啊，就我在这儿做义工，这个送餐啊。现在在这儿做义工呢？对，这属于一个什么老年驿站呢？算是啊。对，我看看这写的什么，这是老年驿站老年食堂。我在家就是一日送三餐啊，早中晚啊。有三个老年人，一个是脑血栓的，一个是92岁的啊，一个是有精神病的，这三个人。咱做这义工就是不给钱的。对对。哎呀，叔，你这太热心肠了。我在他那个吃饭也免费。那你就是每天都来的？对，天天。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司马懿扶诸葛，甘拜下风啊。眼前的大爷也是咱相亲的钉子户了。红娘是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不见，大爷的工资是一分钱没涨，但是这思想水平却是连蹦了几个台阶。任劳任怨帮助无助老人，整的红娘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那边特别好，有啥事招呼啊，有啥事都帮忙啥的。老人就是吃饭的话方位啊，老人就是送餐，有的那个送餐那个家属不在，老人就是不方便，他把那个饭盒给他摆到他们跟前，完了碗筷都给洗了，洗完以后呢给他摆出来。哎，就挺热心肠的，都知道哈。老好了呢，就完事儿了，叔，这打包了。你这个是你同事算是哈，同样是义工啊。这哥夸你呢，刚才啊。不是夸啊，实事求是，相当有爱心。你们这都属于为老年人做实事儿的。真是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啊！大爷领着红娘一进门，一旁做务工的同事马上就会意了，当着红娘的面，也是过年的嘴巴，净说好话，直言大爷情商高，做事稳当。不过这好话任谁都会说，关键是还得看大爷怎么做啊。这个是最后一家了哈。对，这个是92岁，92岁那个老人，耳朵聋。啊，你都有钥匙啊？啊，我都有钥匙，要不开不开门啊？叔啊。啊。那这个钥匙是谁给你的呀？钥匙就是这个驿站这个安排的吧？啊，给安排的。对，你没有钥匙送不了。啊。你看他这听不着，开门都听不着，在屋呢。在屋呢。哎。你好，你好。爷爷你好。啊。给苗叔介绍对象的。啊，对，我老头子认得的，最老最诚实。我告诉他，我你做完饭有没有人都不管，你有钥匙，做完就告他。啊，不，可认真了。啊，可认真了。再说话还得招呼一声，告诉他，要我用不着，有时候不在家。对，老爷子在哪儿吃啊？在这儿吧，来来来来，来，哎，哎呀，哎，能自个吃哈？那行，那我们走了，那您慢点吃啊，拜拜了，拜拜。哎呀，哎呀，这终于送完了哈。对，完活了，这你们要我这高腿凉。
得回去得40分钟。自然觉不累。不累。你看叔是做好事就开心哈。送完餐后，苗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快乐自己吧。苗叔说他也想把这份快乐进行到底。我这个起码得就是这个活我能干到80，那身体现在没问题啊，不觉得累啊。也就是说这些老年人或者是有病的确实有一定困难，做点贡献还是很正当的。我认为说你这老年生活挺有意义哈。还行吧，这能做一点事情吗？对不对？哎、不能。哎呀，真好！为社会就奉献一点力量，对不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现在正值五月，外面太阳都能把人晒秃皮。大爷确实淋得饭盒不会裂刃，把午餐挨家挨户的送就位。如果说前头同事说的话不能令人信服，但眼前这位大爷说的话，那肯定是小马拴在大树上，牢靠的不得了啊！毕竟人对人好是会被看到的。干净啊！干净啥呀？这边是个大屋子。干净的，平时住，凭这个不住，这些孩子回来住，姑娘儿回来搁这住。啊，这个房子是、这姑娘给买的。姑娘给买的呀。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呗。姑娘给买的，儿子给装的水。我有三个三间的房子没占的水。那将来也是要给钱。将来占的话就儿子。上丈母娘给买的楼，我这俩孩子也管我，我说站起来我你俩劈，我说的哈，我说我要找老头了，真的了就不用你俩负担了，这样要是不找呢，你俩就管我到老。俺家孩子说行，所以就你站不站，俺俩都管你妈，说的。那姑娘儿子平时给零花钱啥的、给年姐平常都给，一人给3000-2000的，这样啊，这都是姑娘买的，都是姑娘买的，这都是姑娘买的啊，哎呀。真有福啊，爷，一儿一女哈，都挺孝顺。人挺好的，就是对我挺好的，说呀，是不是？你出去能领出干净利整的了啊？就是埋伏他呀，那人不像样的，这有多钱我都不带干的，说了。其实钱多少吧，都没必要那么重要，就是人儿能行吧？要求啥都次要，就是主要就是人儿。长相啊，各方面脾气秉性，这就这样哈。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真是冷灰里爆出热粒子，意想不到啊。本以为大妈是靠姑娘的救济过日子，哪成想一问才知道，人家背地里却是地道的拆迁户啊。而且这可不是单单一套，而是足足3间房子啊。那展望咱大妈日后的生活，指定是旌旗蔽空，皓月千里啊。你好你好你好，不是敬礼啊，来点太不好意思了，随礼感谢了。是吧，这得说说，是不是非得挑四样？哎呀妈呀，说你咋那么简单呢？啥都是数的。你好。那好，我姓王啊，我姓苗啊，叫苗占宇，今年73周岁啊。我叫王春波。小时候声音挺好，收拾挺干净哈。人也干净。这挺会说呀，是吧？太好了。哎呀，这评价这么高呢？那相当高了，真的。一个是白净，再是那。大圆脸，你喜欢大圆脸？我喜欢大圆脸啊。啊，其实圆脸咋的？他看的是富态呗，有福气。对呀、啊，福相嘛。演员咋样啊？还行，挺好。不过就光看人家的择偶要求，平心而论是真不高啊。真是过年娶媳妇，好上加好啊。大妈本来就对这次相亲满怀憧憬，现在一推开门就看到了拎着沉甸甸水果点心的大人，而且人家一进门连大妈的脸都还没看清呢，嘴巴就已经先夸上了，问到两人对各自的印象，还真是算是开门红了啊。接下来给大伙吃吧，来。也不是，主要是我给你买的。我洗吧，我洗吧，我找个盘儿。我洗来。行，你俩抢着洗呀、啊！我说去，俩他急忙去了，赶紧把男的不动了，就在那坐着吧，说呀哈，那咱也没有条，咱也不能说啥，挺会点事儿的，说的、啊，是不是啊？喜欢这种会来事儿、啊。对，我喜欢会来事儿的人，说的。进餐桌。哎呀，真周到啊！挺贴心吧？那挺好的，说的、啊。真是秧地里窜老虎，一
意想不到啊，按理说大爷不远千里上门前来，理应是大妈做东好好招待人家，哪成想大爷是水果自己拿，进门了还直接自己去洗，整的大妈也是手足无措。虽然看样子是和大爷争强的，但实际心里已经是乐开了花。那个洗出来也没人吃，吃吧，你们三个先吃，你们三个先吃。这咋的？好像是你俩主人招待客人的那种感觉。这个我来。哎呀，你看，不用你这啥活儿？对，我是强子。你看叔眼里有活儿，发现没？来，你看，是不是爷？我是勤快人，勤快人啊！一瞅就是勤快人似的。叔咋像到自己家了？哪儿都知道。啊，我整。啥你整的哟？给我。我来。哎呀！哎妈，还来给拖地了似的。爷，你不就喜欢干净吗？太不好意思了，谁是？你看你爷点头。行了，那地儿吧，不用整了。好了，哎呀，谢谢了啊！不客气，不客气。我瞅他妈挺勤快的啊！一瞅他，干一巴子不能动他们。我那地埋汰两下就不动，他搁那桌瞅着呗，是不是啊？干一巴人，人家急忙拿笤帚又是扫又擦的，说的哈。啊，没寻思就是扫完之后还拿拖布。那是。这么心仪的人，那你不得勤奋点儿？就是也有那个表现的成分，是不是？那对呀、啊。心仪的人面前。那对呀、啊。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就瞅咱大爷的意思，别说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只要是人不傻上过幼儿园，那就能一眼看出来大爷是打心里相中了大妈的啊。毕竟这一上来又是拎礼品，又是洗水果，又是连拖带扫的，要不是这先前推开的是大爷，咱现在都以为大爷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了。俺家我老伴死去那都七年了，都是我老伴，我总说对我那么好，我说的了哈，我说我再找不着那事儿的，我说我就，所以说我就放弃了，不想找似的。按你的老伴要求我，还得比他做得好，是吧？我有那信心啊，那太好了，是的。啊，一瞅挺随手的，说瞅着，不是像那别的男人说哈，倔不登的那似的，还挺。啊，说话唠嗑还挺好，他对我好，我对他比他对我还好似的。你就是多大岁数，你找个伴，心情好，对，心情好多活几年是吧？对，就我就是给这老年人不是送餐嘛，就感觉到了，这人到老了很难呐、啊。对，尤其是有病的更难了。对对，我一个脑血栓的，完了就是不能自理，就是一个手好使，完了半拉身。就是在那屋就不动呢，在那嘎、嗯、完了我去吧，还给那个东西都给打给摆上，完了他用那梗词餐具给他刷了、嗯、完了搞完摆好。他通常都咋的？都对你啊？他就是说的点赞的意思啊，他这语言的就是表达能力不行啊、嗯、他就这样式的、啊、对对，挺有爱心的。那人家就搁那坐着不动，他说呀，不给你送行不行，说是不是，说呀，你也不挣钱，心肠挺热的，说下来的，所以说这人就挺好。咱看这么亲事也是，铁头戴了钢帽子，保险的很啊，前头大爷是充分的得到了展现，而且也赢得了大妈的认可。现在一说起纸短情长，余生过往，这聊的叫一个如胶似漆，直呼自个重情也负责任，你对我真心实意，我对你死心塌地。大妈这头听了也是直呼认可，就是打心底的开心啊，毕竟这么会的大爷可是不多见啊。今天我了解姨，姨也有人给他点赞，你讲讲。我说我对象啊，完了他是脑梗不会说话，我说我跟这丫头想，我说的总一进屋了吧哈，我一回来了，完了就这么的说，我意思我回来他高兴了，他的意思也是呀，我干啊干啥呢、啊、总是啥事的。还有啥事总给你点赞，就是因为姨他总伺候老伴儿，嗯，伺候多长时间呢？上四年半似的呀。哎呀，那就是，总是就像对不起我似的呀。我说没事的，我说咱俩不夫妻吗？我说真的是呀，我一天总会给他洗涮，那种垫着屁股底下啥的，总的我一洗的一摞一摞的都是啊。他就完了，脚不好意思的，完就这样似的，完了就像眼泪巴叉的。那你老伴儿有病的瘫痪了，就是。拉屎就是撒尿，就是伺候的胃的，那很不容易啊。你看，你俩这都属于，你看姨是伺候老伴儿哈、嗯，然后那个任老任怨的，然后叔这属于，献爱心当义工，乐于助人的这种啊、嗯，就是都是心肠很好的人，是不是啊？心地善良。对，我啥都听你的，就完事。
啥都听姨的、啊、当家呗。哎呀，那都不必要，卡给你就你说算就完事儿了，这都到这步了。叔，我发现你今天挺积极啊。这就是点子，就是说机遇。你寻思赶紧抓住机遇。那当然了，有机遇来了你再放跑，那多好啊！我是打灯了是找不着。打麻将啥的玩吗？不玩。嗯。赌博事儿我不玩。大有不玩，小的也待没事儿。完有时候也他要有人找我，我玩不找也是我玩，没有空我玩了。那可以，完全可以。我玩小的。是的。我打麻将不像人家打麻将说的哈，就是着急出去玩去说的哈，家里不管了，我得把家里外收拾干净利整，没事了我在玩麻将我心里得劲儿，就是家里照片下埋舞台的，你赢算我赢，我就不玩了。他愿意干啥我就可以随了，就是主打一个跟随、哎、对，他挥手我前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他朝若是同林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大爷大妈相亲的现场可谓是一帆风顺，不用红娘从中过多的干预，大爷一句喜欢就直接付诸了行动，我也干了，工资卡也交了。这样式的要是还找不到对象，那咱看也没几个人能脱单了。我得先跟你说明白了，平时生活上影不影响？生活上不影响啊，嗯，就是轻微的。这对我来说哎是个事儿。那你刚才说这个情况你有点介意啊？介意。真是唱戏的腿抽筋，属实下不来台啊。前头大爷还直呼一见钟情，看大妈的眼神都含情脉脉柔情似水，现在一听说大妈身体有缺陷，马上就直呼不同意了。爱好坚持多少年？从那个我一参加工作就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有经济基础了，我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就自呗。就是我想说这个玩摄影的人呢、啊、这挺烧钱的，是不是？玩着玩着是花钱的，花钱挺多呀。是啊、那你咋就是喜欢上这个东西了呢？我其实从小就有这个愿望，是我曾经用过的相机、从最早开始，就是最早这个红梅相机，这不是老事儿吗？黑白的，这得有六七个吧，换了六七个相机差不多啊。哎，这还有呢，我这没照全、啊、你只照了一部分。嗯，对、这个最贵的这个是后来我用的、这个是那个啊日本尼康的，这以后再用啥都上万了，连那个镜头都上万。叔、你算过没有，估算过没有，就这些年咱们玩摄影投入进去多少钱了？从开始到后来越发展越大是就接近十来万吧。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真是飞机上打点滴，水平高啊！红娘隔了老远就看到了，大爷头顶上扛着的三脚架，一打听才知道，咱大爷也是班主任不开门，不是一般人啊！这随便一个镜头都一万打底，这钱不是花的，确实是烧的呀。生活比较丰富一些，我喜欢音乐啊，再加上煎炒烹炸呀，再加上喝咖啡啊，品咖啡啊，品红酒啊。这都喜欢。对啊，就像我现在单身，其实我虽然这些我都会，但是我是为什么要这么样什么都会呢？我是随时都准备那一天迎接自己的心爱的人跟他一起分享、分享。对我的观念就是没有这个爱人的生活是失去色彩的生活也是没质量的生活。第二就是身高1.65米以上的体重在140斤以上的吧，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微胖的女人，她在我眼里呢，我看着她就觉得美，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大爷在家没事下厨做饭，渴了喝点红酒烧调情调，闲了就举着相机拍拍美景，倦了就戴上耳机听听音乐。咱们却是不是在打工的路上，就是在打工的地方，咱大爷这才叫生活，咱们的只能叫活着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咱们就看大爷能否成功脱单了。就是因为我家孩子他爸，我俩那阵没离婚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就不上班了，就买断了。他是也是在汽车厂一个跟美国合资的一个地方，挣的挺多的，就突然间就像抑郁了似的，突然间就不想干了。他呢本身他在单位就是说不是跟人家就格格不入，性格有点，那性格特别内向，完在家他跟不上节奏，总想回家，回来一直就是搁家待了能有10年，我就是躺着。那跟你交流吗？不交流，一说话就急眼，一说话就急眼。
也沟通不了。我一进那个屋就是还想回来，但我一进迈这门槛的时候，哎，我这心呢就堵的都不行了。完就是在离婚之前，你也没说跟他坐下来说咱俩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你聊不了，就是不吱声。你跟他说啊，我就是不吱声。我是实在挺不了了，这孩子刚上班，我就跟他俩离婚。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聊到自个的感情经历，大妈也是打心底的感到心痛。丈夫和自个感情不和，时常生出纠纷，家里的顶梁柱顶着就弯下来了，而且这一下子就是十年之久，这任谁也受不了啊。大妈想要言语交涉沟通，但人家反倒不理睬，这才导致了婚姻的终结啊。这身好看啊，就是这个衣服，然后穿着这个，尤其是夏天哈，显得很亮堂。我基本都是这种的衣服。对呀、啊，还符合你的风格是吧？比较松快，对，比较凉快。对对对，紧不紧张？不紧张，紧张我叫不紧张。啊、那就是一啊，看看着，有点秃顶。头发好像还真不是太多，有点秃顶了。啊、你这眼神儿可挺好使。个头好像没我高的。熟人家就要找个比自己高的，这是他的标准。他戴个大墨镜，他也戴个墨镜，因为但是熟内秀啊，可优秀了。一会儿到了，一会儿我给你介绍。过来了吗？来吗？看着了。啊、嗯，好过来。看清大姐长啥样啥的吗？轮廓看着了。高矮胖瘦？不胖不瘦啊，恰到好处。还是你得意那种类型啊？恰到好处。真是和尚进了姑子庵，属实不妙啊。两人还没走到一块去呢，大妈隔着老远就看到了大爷头顶上的24K 钛合金脑袋，直呼对方有态度头太秃。红娘也是扁得挑水，心挂两头，连忙表示大爷可是外操内秀，可不要着急下定论啊。是为了这次相亲呀、啊，也是等待了好久。给带点水，说天热，天太热了、哎，太感谢了 啊！这个你想的可周到了。哎，好嘞，谢谢。5万，行。还行啊。嗯。这个个头、身条是不是都按你标准给你找的？啊，是的，谢谢了啊。印象就是个有点矮，这么大岁数也不寻思个矮个高的了啊。啊，演员呢？由于我俩都戴着镜子，所以可能是没看清他们长什么样。一会儿坐下来把眼镜摘了。看看啊。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虽然说大妈是介意大爷的头发早就离家出走，不过这并不妨碍大爷对人家的喜欢。一问到对人家的印象如何，人家也是直言相中了。无论是身材个头还是颜值长相，都跟自个心中的女人没有差别啊。我管她叫妹妹应该是吧？那必须是妹妹呀、啊。对，坐着。白裤子怕脏，我给你拿。不用，你拿塑料袋垫上。不脏，没事。有这个衣服垫，有垫。我这礼节方面可到位了，想的可周到了。有，那垫上纸就好。行，垫块纸。我擦一擦的，先擦一擦。啊，谢谢，来我来。挺大，我再给你找个塑料袋。都愿意买白裤子，白裤子这么扛伺候呢。先垫上。哎，谢谢。垫。给你也垫一个呀。我就不用了，已经不用了。他挺细心的，这个人，挺彬彬有礼的一个人。真是耗子追猫，意想不到啊！别看咱大爷头顶上是一片荒芜，但是人家的内心却是秀慧百众啊。看到公园的长凳满是灰尘，大爷还特意擦拭了一番。看到大爷宽厚的臂膀，在一心一意为自己埋头服务，大妈也是不由得内心荡漾起来。就通过这么个有手就行的举动，大妈却是赞不绝口。果然细心贴心的男人谁都爱啊。脱镜控啊，都是镜子摘了吧，都看看都本来面目。好的。一二三。不摘了秘境才能识庐山真面目啊。你的身高是多高啊？我身高1.7米，体重是160，将近160斤。纵横天下。这个行不行啊？行。我最看好的也就是身材高大的啊，微胖白净的女人。就是我在我眼里就是极品，也是出于古代的唐朝时期，这个杨贵妃也是我们一家子嘛。杨玉环嘛啊，她著称的就是以胖
以肥为美。哎，姨，你说说你平时，你看姨的穿着就是这种肥大似的，你是咋，你咋跟我说的？为啥你喜欢跟叔的共同点说说？我喜欢那种就是说。古代是《红楼梦》那种，《红楼梦》那些女的穿那些衣服，什么甄嬛啥的，多数都是看她那个服装。我特别爱看那服装，特也爱穿那个服装。我买的东西都是说比较肥大的东西。女的有那种，身材，有那个高劲儿，穿什么衣裳也好看。符合你的审美吧？符合。真是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啊！刚坐下身来，大爷也是迫不及待的问及自个最关心的问题。一听到人家的身高体重都符合自个的择偶要求，大爷也是不由得乐开了花，表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自个就喜欢杨贵妃那样圆润饱满的出水芙蓉啊。那个，是牡丹江的。工作是哪儿退休的？东北有色金属供销公司。就是我是大。就是说大学本科，在单位任科技干嘛。哎呀，你这个岁数大学本科那是挺厉害的了。挺厉害。对，家里情况，家里情况是两个女儿，都成家了。都成家了。一个在南方江苏，一个在咱们东北辽宁。家里是多大的房子？90多平米的。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是喝酒了、抽烟了、家暴了。烟酒不动。家暴更不存在。真好。爱好还喜欢这个学习啊，看看书啊，写写文章啊，再写写书法什么的呀。这都属于我的强项嘛。除了这方面，我还喜欢摄影。各个时代的照相机啊，我都用过。最后用的那一部是那个索尼的照相机，把镜头啊，就上万的，挺好，挺有情趣的呢。说起咱大爷的生活习惯，那跟人家的前夫比起来，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爷是烟酒不沾，麻将不打，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下爆了啊！人家的兴趣爱好不仅格外有奇妙，而且文化水平更是触不可及啊！毕竟在当时那个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大爷算得上是村里的头一个。我就是说希望如果以后咱俩能走到一起去哈，大哥，我不希望孩子参与咱们兄弟。今天说他来说，爸呀，你怎么把钱都给他，怎么地的，明天他来怎么地的，我就好像是他来可以，不是不可以，就是说上桌吃饭的伺候我怎么都可以，但是说我不希望他参与咱们俩的事情。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毕竟是有这些事儿。你说今天儿子来要点，明天姑娘来要点，那个绝对是不可以。这个我说的啊，有父母的教养，孩子的教养就好。我们孩子都有涵养，这方面他能善解人意，能通情达理，他能懂是非，那个不存在介意。他们很迫切的希望我赶紧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牢靠的不得了啊！毕竟是铁树开花再逢一春，在这个年纪能够找到相伴余生的老伴，那指定是希望过好夫妻二人世界。大妈直言自个不希望被儿女打搅，半路夫妻感情再好，也终究比不过儿女亲人。大爷当即也是拍着胸脯保证，肯定会夫妻手牵手，余生一起走啊！丑话先说到前头，咱们哈，我稍微有点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明白了。平时生活上影不影响？生活上不影响，早上一针，晚上一针就完事儿了。就是轻微的。这对我来说，是个事儿。那你刚才说这个情况，你有点介意啊？介意。身体就像这个山高它严重了，真介意。但人家是就是说现在是轻微的，你也觉得不放心。对。为啥呢？因为这个发展，尤其这个年龄段了，他一不小心就发展一次严重一次。这身体要是不行的话，你怎么能谈到幸福呢？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大事不妙啊！前头两人还聊的乐乐呵呵，你侬我侬的，没想到大妈说出自个的缺陷后，大爷的表情立马就情转阴了。果然纵使前面在一见钟情二见倾心，这身子骨不过关也是成不了啊。你这糖尿病多长时间？
没有多长时间，好像才二年。二年，至于早上就打一针，晚上也得打一针。岁数大了嘛，都是就是溜的，就是那么回事儿。那一小管都没有这个手指头，没有这手指头长，一小管我能打十天。他也就是说降一下糖，吃饭的时候降一下糖，省得糖高。身体吧，我很注重的也是。干什么不能离开好身体？没有好身体，想怎么样纵横天下、溜达天下呀、旅游天下呀？没有好身体，就是再有钱也好，再会生活也好，他都等于零啊。关键是我不是不负责任。如果说我们俩结合了，他身体都挺好的，后期出现了问题，那是后天造成的，我绝对也得负责，负责到底。但是一开始如果身体不好，我有点接受不了。我理解，我很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啥呢？我找你，你一开始没有可以，但是你以后得了，我可以给你治。但是说我找你的时候你就有，我凭啥给你治？也很正常。理解理解理解，太理解了。无所谓无所谓，就是看看见见面儿谈谈，那无所谓。我对这方面各方面都挺好的，你去谈谈这个会有点好。非常感谢你来、谢谢谢谢。没事，你俩都挺好的，以后我再给你俩介绍。是，叔你也别上火啊，现在这来回也方便了，下回有合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完你再过来行不行？花开花落中有时，相聚相逢本无意，最终是以失败告终。不过咱大爷大妈也别灰心丧气，相信幸福总在下一个路口。我这房你现在你就搬过来你就住就行，也是一时半，就在大屯住了一宿啊，这一宿一秒钟我都没睡着，晚上睡这么我憋屈的啊，这不行了，睡不着了。真是秧地里窜老虎，意想不到啊。都说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为爱情敢争取敢表现没错，但是头一次见面相亲，屁股刚落到沙发上就着急让人家跟自个住一起，属实是有点急不可耐了啊。毕竟现在也没到春日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七十几？七十七。不像啊。反正我觉得腿脚好的啊。这个真是，你看这一身打扮这小皮鞋是吧，是不是啊？就是、一般这个年纪可能都没有你这么时尚啊，打扮就瘦了，现在就瘦了。老伴去世以后掉了二十来斤。哎呀，掉二十来斤，那可真的现在110多斤。这是多长时间？120多，123斤。啊，这一下上火了。哎呀，把我都，哎呀，都疼死我了。是，我看你脸色儿也不咋那啥，红润啥的。那呀。先他没了以后，我就彻底完了。一个人，挺受打击的。天空一声巨响，咱大爷闪亮登场。说起大爷的感情经历，人家也是长江里的石头，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有3000集，唯有相思不可移。自打前妻驾鹤西去后，大爷是茶不思饭不想，几个月不到就狂瘦几十斤不止，要不是这代价令人无法接受，那指定是减肥人的福音啊。哎呀，那时候年轻，跟他这有了这种关系以后，那叔叔是犯错误了啊，对，然后跟的现在这个老伴儿，对，然后跟这个老伴儿过了40来年，是这意思？那时候就年轻啊，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是不是？我不对，他现在我这不是现在我认识到不对，早我就不对。孩子刚开始接不接受他呀？不接受啊。他这个这会有个爸啊，那是我大儿子。真是冷灰里爆出热例子，意想不到啊。大爷除了想念陪伴了40多年之久的前妻，而且其中还夹杂着后悔啊。都说家花哪有野花香，大爷阴差阳错之下犯了大错，一不小心就给前妻戴了绿帽子，儿子知道后也是忍不住动手，还真是令人唏嘘不止啊。那也希望你找个长春的，是不是、那我姑娘说尽量在长春离我近点完了说的那个要是干啥有点啥事我还能去，是能照顾你俩点，希望在身边。我也在吉林，他盯着干啥，他讲话了，他说你就待着吧，我不乐意待着。不乐意待着，这就吃住都不是就和谐不了。咋和谐？他们晚上回来吧哈，6、7点钟回来吃饭得9点啊，收拾完半夜了，
完了我就给我困鼻子当了，不是上火了，这底下没个起泡了。是啊，前段时间我还生病了，没个起泡。那上啥火？因为啥上火呀？哎呦，我就着急，就不愿意打住，就等你们，要不我早走了。着急，着急见叔叔了，这是。天空两声巨响，咱大妈闪亮登场，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说起自个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大妈可谓是做足了努力。要不是为了相亲找老伴，大妈早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了。纵使姑娘姐妹极力劝阻，但是也仍然拦不住大妈的决心。我爱人是工商，完了出掉金矿的矿井里头了，完了就拽坏了腿，后来完了卧床，我就得血栓，得血栓完了后来是第三次犯，脑干那嘎堵了。那个就困了呗，那时候地坠开不支，完了后来我那啥，我就送他，我上班上不了了，完了单位就是给我开点生活费，完也给他开点生活费。那时候过年都没钱，一整就抢救，就借钱都借不着，你借吧，有的认识的吧，人就说了，借你一回，第二回就说了，借给你，你搁啥还呢？那可也是，你搁啥还呢？完了，我老公死以后给我扔下15万块钱积蓄，我都还完了。还完了之后，我去年才还完，要不怎么没找呢？你有积蓄吧哈？人家害怕，你不用人家还，人家害怕，所以你不能找。真是唱戏的淌眼泪，可歌可泣啊！麻绳总挑细处断，厄运总找苦命人。大妈的前夫属于高危工作，在一次意外中不慎断了双腿，自此后半生只能在床上度过，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大妈也只能接过重担。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跑，但大妈非但不抛不弃，就连丈夫去世后的150000饥荒也是自个一力承担。就说没珍惜那段感情，跟他俩没了以后深有体会。曾经他临终的时候前4个小时跟我讲，他对不起我，连续喊了3声，他没有对不起我的，是我对不起他，对他我没法弥补了，也没有机会弥补了。就是以后呢，我跟谁我就用到谁身上。我跟这老伴呢，我就是到死那天，我们俩都说这办个这个结婚证书也没办。为啥呢？我那儿没有用，诚心对你就行了。我承诺的，我跟他老舅承诺的，就是从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一直到他死，他要再活20年我还仍然如此。真是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啊！大爷大妈刚坐下身来，大爷还没等问过人家姓名年龄呢，就火急火燎的着急表示，自个上半辈子愧对了前妻，自个要是真的能够找到伴侣，指定会竭尽全力对待人家，就是要夫妻手牵手，余生一起走。我那时候也是好几年也扔不下，到现在一寻思还干啥？但是哎呀，命不好啊，有啥办法？我没少遭罪。你看我那老伴活了一分钱没攒下，可是他没了以后呢，我感觉我钱也够花呀。我以前我不管钱，工资卡就是开支他就开去，我们一直都开了。那你再找老伴呢？再找老伴现在老伴我也不管，就说是老伴就说是实心实意对我。那你得咋能看出实不实心呢？那玩意你生活在一起再说时间短了不了解，再说你想雇你雇谁呀？你啊，你就一个姑娘。我姑娘她看见家了，啥也不缺。大爷在感情上是饱受磨难，大妈也是一点都不好过。说起以后的经济分配，大爷也是敞亮大方，直言以后全凭大妈当家做主，无论是工资开支还是大事小事，听到大妈也是打心底的感动。没想到一问到大爷为什么信心十足，合着是知道大妈没儿子没地方花钱啊，属实是令人乌龟伴走读，憋不住笑了啊。就是你搁长春要长住的话，我是那么想的，我咱俩都贷款都贷款，因为年龄过了，用你的孩子的名贷款，
我认可给你偿还，贷款，咱搁长春买个二手房行不行？房条件改善，另外你和姑娘还信不？啊，那首付也不少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俩人看，要是说诚心往一起过，那咱就啥呢？就以他姑娘的名义，咱搁银行贷款，把房我也抵押出去，我就搁长春，我就不花钱租了。你买房子你全指贷款呐、啊、或者是全指借呀、啊、或者是借是不可能。不是，那你有多少积蓄要买房子呀？那意思让我拿呀还是啥意思？我不是说意思让你拿。我也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拿你姑娘这个，拿你这个房现在咱可以贷款吗？你要想改善咱就改善，不想改善我仍然我可以租房，就是咱出个一十万的，或者就现在就这个房子不退，我就仍然出租也可以。我说咱那意思是写我姑娘名，那意思是那个意思以后给我姑娘一万来买个房，人家我姑娘能干吗？那一听就是那么回事儿。真是司马懿扶诸葛，甘拜下风啊！一说到以后的生活规划，大爷是直言两人的年龄都大了，要是真的想要换房子居住，就用大妈孩子的名字贷款买房。大妈一听就坐不住了，有钱能还完是美事一桩，但要是还不完，那岂不是坑了四个孩子啊？这个愿意住房吧，你说住个小的也行，或者是不住，上吉林住也行。我不是住小的，我住太憋屈。上吉林住就我那也不大，我那不干啥，咱俩要是有意思的话，你上我家看，也不大，我那是一室一厅的。嗯。完了那啥，我就寻思就过宽裕一点儿。你讲话这么大岁数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咱们是整那些压力干啥呀？你说，那你我跟你说，你要说就是说，不买房，我姑娘这不是老伴去世以后，爸你跟你家里啥都别要啊，你也别往我这搬。我这房，你现在你就搬过来你就住就行。也是一时半，就在大屯住了一宿啊，这一宿一秒钟我都没睡着，一是一挪地上，这个去了吧，他还没电视，他那个电视不是吗？他也不住，完了那个他那壁炉也没啥啊，就晚上睡觉，这不我憋屈的啊，小姑娘不行了，睡不着了。我那第二天不让走，第二天晚上了，领饭店让吃完饭，我不行，说啥都走，你们住不了。真是过年娶媳妇，好上加好啊！房子问题上纠结了大半天，虽然说买房的事情一直没有落实下来，但从言行举止中，大妈也是感到了大爷十足的诚意，直言大爷完全可以跟四个同住。大爷也是马上表示可以住四个女儿的房子里，要是大妈住下来了，那肯定晚上就不用憋了啊！安跟外派不一样吗？看电视，买个电视。他说了，他说你要过来，我都给你安上。就是啊，嗯。上吉林，或者上姑娘那儿去，或者是单独再租个房子，他都行，听你的，看看你啥想法，是不是就随你就行？行，那就行，那就没啥，就是居住这块就是没啥疑义，是不是？没啥疑义的话，咱们就处处看看，没啥问题。爱情经不起等待，大声表白就要现在，最终也是不负众望，相亲成功。好的爱情就是双向奔赴，我不觉得你穷苦寒酸，你不觉得我相貌平平，这才是相亲能否成功的关键啊。